对老哪呀？嗯，哎，好，就跟他。你是谁对老哪？好，不要紧，来是的，来了啊，兄弟们，来分享过吧。没，侬先分享过我。啊，我先。来分享过，我来帮侬分享。只有侬先，啊，侬先分享过，只有再分享到其他的。能拨我了对吧？好，我来发。先分享，大家跟谁挂许家印了？真的吊了胃口。谁挂许家印吊了胃口？真的，娃子我。许家印不是在上海牛面太富裕对吧？拉是用脱眼。你帮国家拉动消费，真的。拉动消费。飞机都买不起。那个飞机公务的，我永远不会乘飞机，现在从到国外去。是吧？侬还乘飞机？我真的好，我就跟帽子一样。帽子也出来了，帽子也就不敢乘飞机呀。嗯，我一上飞机啊，我知道。帽子也出来。要跟驾驶肯定一样。我一开始捏到老不熟的，捏了一通，我就捏啥么子吧？捏香烟，捏到后头，我飞机香烟是粉粉色，紧张，没办法控制。我有的恐高症，没办法控制。啊，大家先分享一下。先分享一下啊！我也来分享一下啊！我到西藏去。今天我们二姐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啊。上次我们约好的对吧，二姐，你要来的啊，今天对，不管输赢都要来，我们不是成绩球迷，不是，绝对不做成绩球迷啊。所以，我不管辰光，人家有种上班听我在讲，只好飞机高铁，我飞机真的是不会乘，我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啥没办法，只好乘。正南街小敏啊，我看到了啊，谢谢啊。啊，侬挨得空高，我也是，跟看不了嘛。二姐是福建，是谁说的？我想，二姐是福建，我不大多讲的。可以。哎，我是。哎，说不要吃菜老公，不要骗我多了得了。二姐是福建，人家来讲。对呀，二姐是福建。这个角色，干嘛老瘦的了？那就拿门一个油打了吧，啊，油打了吧。这个我是帮你啊，我刚好对吧？啊，自家叫来不是？哈哈哈哈哈！我帮侬打对吧？那么是一二级的话，我侬个是接门二级。啊，二级，阿拉谈了老融洽的是吧？伊三个有点急的。不是，打掉阿拉。二级，侬讲帮我打个东哥阿里咖啡，后头侪把老杜吃脱了。不老都吃了，不老都吃了，伊欢喜吃，还不如送拨我，对不啦？让我夜到清醒清醒脑子，不真的有点晕啊，今天真的有点晕啊。女的现在多吃咖啡，嗯，特别女的爱多吃点咖啡。那我双下巴，每场就双下巴，对不啦？没错。那这个比赛前头是喝了不少酒。再稍微等等吧。已经信那信号好了。信号不卡吧？应该不会太卡吧。我这个信号调好。啊，大家先把这个直播转发一下，我们争取人气，今天人气到2500，好吧？2500开始聊，大家先转发一下，我也在转发。哎呀，我还没有。阿姐，如果我有场比较打吧。不打了，我去吧。你要开车，要打我帮侬去打了。来，进去了。老王哪个答应你了啊？没了，我为啥建议侬打一个啊？不是，搿才是专门送到一个地方，伊勿是用水打，伊用液体打，是吧？要打。这个么子做个商务的。啊，这样啊，大家先把这个直播对吧，分享到你的这个微博对吧？还有朋友圈啊，还有你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大家先把它分享一下，咱们先不急啊，先分享。然后呢，我呢来点一点，大家也辛苦了，今天也战斗了一场，是吧？也辛苦了，我来点点吃的啊，这个是必须的。说的不要吃嘛，真的，我吃了吃嘛，我这我讲不了。那侬还要？哎，哦，我少一个餐具。哎，我来叫服务员，等一下。下一场艾尔克森不能上，有回避场。对，艾森不能上。我们今天有没有拿黄牌？这是很关键。没有，一个都没有。哎呦，这个牌躲得蛮干脆的啊！奥斯卡不是就是这种不想吃黄牌，永远拿不了黄牌的。拿不了了，先把它砸的。不，我最怕的是浩克拿黄牌。浩克没事啊，就洗掉了。没有三黄呀、啊？浩克洗掉了。没有，都是老眼光。浩克老妈都得了。包括网吧已经洗掉了，我觉得跟高价没打，还是三张，不会拿的。我们现在上面所以呢，还是具体不看好上张比较好。
我肯定不看好。你越不看好，我们越有可能。上次我说的是百分之五，本来是5%，赢了国安。变15%，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赢了大连，恒大平了河南，你再来预测下这个概率，最多35%。哎呦，哦，你又加了20%，三分之一的机会，35%了，但还是没到一半。那肯定不到，你想啊，很简单，我们不要管主场客场什么盘外招盘内招，你现在你就是输赢平，你只有赢。就一个结果，对不对？才能夺冠，对不对？平也不行，那平也不行的。输也不行，输了就是啊。所以是不是三分之一的概率？哎，怎么不是35%吗？这你一分析到有点道理。你还能把，但是三哥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必须要3-0赢，因为我们在这个预备队和青少年联赛上面是吃亏的，差了8个积分。嗯，那么2-0还不行。2-0主客场打成2-2，先看相互关系的呀。对，如果我们2-0的话还不行。2-0不行。对吧？相互关系打平。要赢三个，那么难度就大了。所以，那不是一点点大，我说15%。所以只有15%。啊，对啊。而今天恒大平了以后，还是上港球迷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预测，旁边可能申花球迷认为5%。五都没有，球迷他们，哎呦，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申花球迷？等一下再说好吧，我们先说这个。恒大球迷是恒大球迷，恒大球迷可能认为只有5%。啊，对，也有道理。如果他要说5%，也说得出个道道来。对，也说得出。那么你认为今天这场比赛两场结束以后，我们现在变成35%，就是胜负平，啊，是吧？三种结果，三分之一结果，这个倒有道理，就很简单嘛，对不对？就是华山一条路啊，不像去年我们还可以打平，打平差2分。赢了差5分，对吧？去年我们也一定要赢的，赢了就领先5分了呀。没有啊，是赢了我们领先5分。今年是我们领先。对，我讲我们是本来领先2分，卡特网上不是有句经典话？对，他说我其实差1分，差1分，这个跟一样。啊，对，可是。好，跟李哥，好的，今天应该又要说了。其实我们已经领先4分了，对吧？卡纳说我们实际上是领先四分了，对吧？啊，那么为什么卡纳我都领先？不诺，为什么卡纳我都领先四分了？恒大发了一个公告，让他参加企业学习培训班呢，企业文化培训班。领先的不够。这个是，首先我想问一下，这个新闻是真的还是假的？应该是真的。恒大官网上到底有没有？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恒大官网上到底有没有这条官网还是什么？是恒大官网上有没有这条东西？如果真的有，那我倒觉得奇怪了。应该是真的，我觉得真，因为我看到的是哦，有球迷是有的，他们恒大官网查过了。对，我是看到是周静发的。那周静作为啊媒体啊媒体人，资深媒体啊，我们当然也是我们上港的铁杆球迷。来，喝一口。五星体育，说句老实话，没几个上港的铁杆啊。那周静是一个，对，陈小明是一个，对，其他的我都那个王振算一个，对吧？啊，其他的都说不清楚了，对吧？蓝皮啊，有的就是中性的，中立的，有的是绝对蓝。有的是中立的，漂亮就是绝对的。哎呦，漂亮，这个是绝对难的。这个球真的很有感觉啊，他这个形容的很那个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刘月啊，曹云定他身上那种灵气，曹聂是他，就是他说的哦，对，曹聂是他，就是他说的哦，曹聂是他说的，就是他说的呀，哦，对吧？哦，所以我们后来叫曹聂是他了，曹聂是他，对啊，哦，真的有。那么我就想问三哥一下，恒大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条公告？既然卡纳瓦罗认为还领先四分嘛，他还是有优势嘛，主场有优势，而且他是主场，对吧？这个呢，我认为啊，我个人的判断啊，这个还是跟他的那个目标有关，就是2020全华班，明年啊，明年嘛，他这不是这个目标嘛，那是规划了那么多嘛，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规划嘛也够了。全华班嘛也搭得起来了，都搞得差不多了。转头一想呢，他妈的还有一个教练不是中国人。什么意思啊？全华班包括中教练要花？对，不是，那卡纳瓦罗是不可能规划，对不对？那可以规划。
那至少来说就是说让它融入中国的啊这种节奏节奏、啊、企业文化融入啊恒大企业文化啊，那就我们就可以说了，就基本上2030年规划卡纳瓦罗、嗯、那这也是可能的嘛、嗯、对不对、啊、所以说基本上啊、嗯、就办学习班了啦，就这样啊。大里皮我觉得这个里皮起了几岁来规划、啊、你等他规、嗯、等你规划来了基本上 也差不多了，骨灰盒也要帮他放好一刀弄好了，母地要买好，你看中国母地老巨啊，这个恒大集团没有那么傻，好歹是总归要买个年轻的吧，中国首富许老板也急了，放钱了嗯，都阿奎的车厢就是有点，我感觉有点像国安那个感觉，就是心态崩了。嗯，别放弃，应该还是要信任他呀。既然你选择他当主教练，把他请过来嘛，是不行呀。你要说国安心态崩呢，我倒是还是不太认可。我觉得呢，啊、你认为国安呢，中期没有崩吗？他主要还是因为啊、这个他不是也换了主教练吗？他这个把斯密特换了吗？整个的进攻中枢啊，少了一个人啊，这个比埃拉，这个人真的是。那么他为什么要把那个主教练换了呢？我这么说啊，我们实事求是说，如果说上港、如果没有奥斯卡的话。啊，不管有任何，不管是因为任何原因，奥斯卡不能踢的话，我告诉你，你别管崩不崩，这球就是赢不下来。对呀、啊，那不是换教练可以解决呀、啊？你换斯密特为什么？有心态，这个也没办法了，这个是病急乱投医，你不能说他是心态崩，他是真是没办法，你怎么办呢？哦，病急乱投啊，你不可能去从穆里尼奥都被炒过，这个是职业足球。嗯、你连败就是不行，连续输给河南，又是河南，又是连续输给河南，啊，好像一碰到河南叫主教练下课，这个有点霉啊，这河南这个队好像蛮克的，那么先要这么说啊，这个跟河南的恩怨啊，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2014年开始、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今天啊要给河南建业点个赞啊，这个是就是给球队啊，球队不给球迷点赞，给球队点个赞啊，河南球迷现在也还可以、也还可以啊，就是极少数的那个还在、那每个队都有极端球迷、每个队都有啊、我们呢上港翔哥就是非常啊非常非常标杆的球迷，不能说极端，对不对、每个队都有啊，就是赤胆忠心维护自本队利益的球迷啊，这个也是有的，但不能侮辱别人啊，不能挂我们一项，挂根宝一项，那这个是哎呀，这个接过去了啊，接过去了啊。你认为今天这个上港人大上海的人大气度大一点这句话好像是无效回所的是这个道理，这个是道理啊，不是申花人，是上港人。你像隔壁球迷，现在如果有事没事还在把邓巴巴断腿的这个事情拉出来说，啊，这个没意思、啊，这个很久以前的。意思，似与非早就是，而且也不是故意的，哎，这没意思，一点意思都没。那我觉得呢，今天直播呢，我觉得我最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我不会花很多的篇幅去说，但是第一个要说的呢，是给河南建业点个赞。啊，这支球队的的确确，因为赛前的话，我是没想到，因为由于许家印的河南，这个他的身份啊，而且长期以来恒大与河南应该也是啊，没有什么过节恩怨啊，没有什么过节的，嗯，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前几年都是放的，河南都是放的，对吧？也没有死磕，说放，没有死磕，啊、说他不会去非常拼的去踢，对对对，没有死磕啊，尤其是。对于河南建业现在来说的话，他是无欲无求，对不对？他也没有必要在广州客场，这个球如果说在广州客场河南建业输个3-0、4-0，全国人民也不会指责他说你没有斗志，因为很正常，实力放在那边的，对吧？这时候又没有在赛前的话有，应该有几个兄弟问过我说这场广州这场球，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球啊，恒大赢一个，啊也不会打他3-0、4-0，因为我的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啊，这个可能做戏啊，做全套，也没有必要，好像一定要，好像把你打的你，好像是你放我。那么，在我是这个话是我说的，啊，在这里给河南建业球队包括球迷说声对不起啊，这个就老眼光看人，对吧？这个的确确这场球，对吧？因为对我们来说。啊，你这场球后来有没有复盘？稍微复一下。我看稍微看了一下。恒大这两个球怎么会丢的？因为我们是在现场战斗也没看。啊，就是怎么会丢的啊？这个
上半场呢，我觉得呢，恒大呢是，我个人看了一下啊，稍微看了几个剪辑，我觉得呢，恒大有点轻敌了。到上半场有点松，有点轻敌的，有点轻敌。他觉得就是说，他认为啊，河南建业你从来也没赢过我，对吧？我客场都能打你三个球、四个球了，都不要说回到主场。结果没想到被河南嘣嘣两个傻掉了，傻掉了。那么中场休息时呢，可能呢，也做了些调整啊，也可能甚至于啊，集团高层啊派人跑来训个话，说这个他想不想提了？啊，好，明年全部预备队。哎呦，啊、全部放下放预备队，对、嗯、吧、这个？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这个是一点。哎，另外呢，也有可能呢。啊，这个可能呢，也跟场外因素啊，跟啊徐董事长、徐主席，对对对，跟胡董事长呢，紧急 call 一个啊。啊，这瞎说啊，这瞎说啊。臆测。啊，瞎说，就是说、这个。那下半场我后来稍微看了一下，合的还是蛮拼的，下半场。非常拼。没有放，所以我说我是瞎说，知道吧？瞎说，并不存在下半场，没有上半场拼命踢，对对对，没有像昨天，不像昨天深圳那场球，深圳那场球放三个啊，深圳那场球我是看得真真切切的啊、哦，李铁是他妈的就是上半场不是上半场把你往死里干，干完以后下半场再放你、放你，哎呦，收放自如嘛啊，想放就放，对，想赢就赢，这个厉害，但是哦，哪个、啊、你说是哪一场？今天这场。恒大这场吹了两个点球，去看一下这个新加坡裁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哦！都说你这个点球吹两个点球，嗯，对，有一个还蛮勉强的，好像是两个点球，第一个都不对，两个点球都勉强。今天不是我说，都勉强，不是第二个点球最后是被视频裁判，没有视频裁判，因为什么？你这个主裁是新加坡人，对不对？嗯，视频裁判中国人，是中国人。他提醒了啊，那主裁是中国人，没有是新加坡，啊，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对啊，这个啊，都不要管啊，这个不是我在看人家留言啊，啊，视频裁判是中国人，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啊啊，我们上头也有啊，啊，现在我跟你说，现在。三哥的腰硬起来了啊！三哥从此站起来了啊！以前三哥是腰不硬，吃过伟哥了，腰硬起来了。哎，印度伟哥吃过了。中国人会搞平衡这一套的，嗯，没关系，裁判你用你一系的，我视频裁判用我一系的可以了。我不让你到处当中平衡。我们不要说这个太多的阴谋论啊，在这不要阴谋论。其实，刨去一切啊，你说这个了那个了。我觉得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就是河南建业今天整场认认真真踢了这场球，没有放啊啊！好、啊，他说那个王静是王静，王静啊、哦，就是恒大这场是王静，我们这场是新加坡的，哎、我就是呀、啊，我看到是国内裁判、王静，王静就是场上是帮了董江武个帮员，那为什么说、啊、是国内裁判、啊？对、啊、王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哎，我跟你说了，为什么国安的球，我们的球用外籍裁判，恒大的球用国裁判啊？哎，这个不公平啊，这个很不公平、啊，而且今天恒大这个裁判上海的，不是上海的，王静不是上海的。不是，申花球迷啊，申花，申花球迷，保利尼奥几次犯规，他不给他黄牌，如果给黄牌，他下一轮就踢不了，就退不了。哎、这个死了裁判，这个裁判有点可能是御用裁判。不是，我们先这么说，争冠的三个球队，有希望夺冠的三个球队，国安、上港和恒大，都应该用。国安对天津，昨天是用了卡滕伯格。我们上港今天对大连用的又是新加坡裁判、啊、为什么他妈的恒大对河南建业不用外籍裁判这为什么那他可能认为这两个队实力差距比较大可能恒大大连跟我们差距大没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啊对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跟大连要用外籍裁判呢而且今天这个裁判有点偏的你发现今天这个裁判你发现追我们追的有点偏这个先不说先说事实啊我们那些我们臆想不说事实是、啊、我们就这里打个问号为什么用王静、啊、你就如果说为什么用王静如果说你要堵那些 喜欢说阴谋论的人的嘴、那你就应该是外籍裁判就大家外籍裁判或者用马尼你如果两个外籍这边这场用个中国裁判的话那人家是有的好说的有的好处，而且偏偏你整场吹了两个点球，还很勉强，吹两点球，对不对？啊，而且是下半场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硬吹两个点球啊。第二个球也是越位，啊、是吧？他们很多人就说这是越位。第二个球还是越位，啊、
就那两个球都有问题，第三个球那是没办法，视频裁判已经吹掉了，他是假摔点球，然后视频裁判回看提醒他，没有踢到，没踢到人，对吧？没假摔就是假摔。哎呦，你这样一来的话，我倒是有点怀疑了。我是有点担心这个下一场，我们跟恒大这一场的裁判，你们会不会中国裁判啊？这批去远征的这批香港球迷啊。我不希望他们心情太差，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的话，那个会老老瓦塞了，你知道吗？老凶闷啊！啊，你这个球，对吧？那我们要相信中国足协会安排合理的裁判吧？啊，不过这场还能相信吗？我估计他没那么胆子大，安排就是他要做手脚，肯定是在那种跟上港不是直接对话的那种比赛里面做手脚。是，也不你们也小看了、啊、这。啊，应该外籍裁判啊！你外如果是外籍裁判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不公平。对，我也觉得不公平。你为什么不用外籍裁判？嗯，道理对不对？那你有的让我说了，嗯，对不对？我本来都不想阴谋论的，你现在这么搞的话，我一堆阴谋论出来了，一堆，对吧？那好在是什么、比赛我看了，河南建业也没拿这个啊，嗯，比较啊，这个是虽然主力，队长顾超停赛，嗯，啊，应该说阵容上是有所缺失的，但还顶下来，这我倒真的没想到。顾超停赛反而我觉得有好处啊，有好处，有好处啊，因为顾超是申花青训出来的，对吧？还是因为什么？你是什么理由？是好像你说的也有点道理，有点道理。不好像我们不用每件事都往申花那边，人家左右不了什么。对对、啊，这个真的是我们上港夺不夺冠跟申花靠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对对对 对, 对，有人造谣啊，上次在老兔直播里造谣说三哥说的，申花如果不赢恒大啊，就是上海的耻辱。我他妈的我会这么说啊啊！你什么时候说过？我哎、不是，怎么可能申花不赢恒大是上海的耻辱？这个话只有吴晓辉会讲嘛？不是这个。吴晓辉老讲，我不可能去，我不可能去这么想，这个、这个、对呀、我们也不会想到那个角度去啊。正好二姐啊，二姐今天正好这个在污蔑你了。给你不是有人造谣黑你老厨呢？他是哎呀，头脑简单，知道吧？被人家一带节，他下面一带节奏，他妈的三哥这么说啊！他也没去调查啊，但他也不没去问。那人家、你不能道听途说，对不对？有人下面有人打字说三哥说什么什么什么，三哥说他妈的太阳是方的啊，你就说太阳是方，这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后来他给你道歉了吗？没有，他哎呀，我跟你说，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吧？先抹黑了再说。就是说，你说，因为。我们从今天的结果来看，对吧？我们就是必须要客场赢恒大，对不对？跟其他人那你说跟申花最后一场能左右什么呢？嗯，我们要是平了输了，我们就是恒大的。对，我们要是赢了，冠军就是我们的。对呀、要跟你申花有半毛钱关系？你他妈的一个保级队，你说你要来左右冠军？好好踢足协杯啊！要点脸好吗？啊！啊，还要把这个要栽赃在我头上，是你说三哥说的。啊，是上港三哥说的，还要他妈的拒绝一盘棋，我操，这是一回事吗？啊，这扯得有点远了、啊，不是，又不是我们要降级的，香港干嘛子啊？都老的嘛子，才能把你一跳就上山。啊，这个不是一跳就上山、他是心里是想这样想，想听别人怎么说啊，他就去相信。他不想听的话，他肯定会不相信。哎，不相信。有选择性。说过没说？说我直播里说了，说过没有？很简单，你截个视频出来嘛。对，对不对？对，截个视频出来，三分钟，这是不是他什么时候的节目？什么时候说的？申花帮发一下，发一下，东亚帮发一下，发一下，上港帮发一下，跟人家没话说。再不行，中超帮再去发一下，对，让我出名嘛，对不对？当然这个是臭名，对不对？可能没有，没有证据。没有一句这个话，而且正好二姐有啊，也知道这个事情，对不对？然后的话，二姐是正好是跟伯父有一段对话，对吧？就跟大家说一下啊。我爸今天打电话给我。哦，你爸爸。对。后来怎么说呢？他说你今天去现场吗？我说去了。啊。然后他说我说我老爸以前是申花的铁粉，对吧？有人说我们上港这次如果夺冠是要看申花的脸色。我爸说这笑话了。啊、他连申花的老球迷讲，他都这样说，蛮客观的，还蛮客观的。对，本来就不存在，对不对？我也不想把这个申花跟我们夺冠这件事情去掺和在一起。对对对，他们非要再找点存在感，要往里面拱拱啊。要插一脚啊！要插一脚，这个对不对？你很简单，我实事求是说，申花接下来马上就是足协杯，对了啊，决赛了，争冠了，决赛了。这个事情，你跟鲁能的这个比赛，
上港需要跑冲到里面找存在感吗？找也找不到，跟上港没半毛钱关系。你凭本事踢，对不对？你能赢，你就是冠军，而且实至名归。我这么说，对不对？嗯。啊，但是同样的，我们上港争联跟恒大争联赛冠军，关你上港什么事呢？对不对？非要他，而且这个要当着这么多人，还要栽赃在我头上。哎呀，我是。我觉得申花球迷可能喜欢看老朱骂你。所以他们就，那是的，他们经常要讲这话。啊、他们下面的就是老朱直播的时候呢，他们下面就是打一些话，说哦哟，三哥说什么都全是造谣，都是造谣啊。这个我是不想去，有的时候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不想去澄清什么。但这个事情就更完了，我必须上港球，有些上港球迷没看过他的直播，上港球迷很多现在也不看他直播，那么现在已经很少了。对啊，听一听的话，他们说三哥哦，三哥这么说，好像呢，哎，也是。好的啊，拉低自己的档次，不会，我不会说这个话，你们放心，知道吧？没有关系，跟申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对，啊，我们夺我们的冠啊，他们争他们的足协杯，那个对不对？不好意思，牛肉没有了，好，那么换份羊肉还好，羊肉半肥了吗？啊，他们也要夺冠，对吧？然后的话，这个羊肉半肥，如果说大家都能夺冠，对，啊、两个球队一起为上海争光，我也不认为是谁在为上海争光争得多一点，我才不这么认为的啊！这个就是职业足球，对，上港就是上港的事情，对不对？上港夺冠了，我们上港球迷就脸上有光，对不对？对，申花夺冠了，申花球迷就会觉得，虽然我们今年保级队，但是我们还弄了一个足协杯，脸上也有光，对吧？是各自的光彩和荣耀，对，互相之间扯不上，对对对，扯不上，你帮我帮，扯不上，对吧？你不可能帮。也不可能吧，谁帮谁不要捣乱蛮好的，不可能帮的事情，对对对对，不要捣乱，他们心知肚明的，对对对，怎么就不想，本来不想提中华，就这个事情就是扯了又扯到中华，是人家栽赃你，你必须要澄清，我肯定澄清，对不对？这个事情必须要澄清，全是栽赃，知道吧？全是栽赃，抹黑啊！这个包括南京客场啊，说这个申花这场球七问七宇阳有吧？而且我至今认为这场球是有问题的，但是我都没有从来没有说过啊，是老图跟我说这场球是假球。可偏有申花球迷跑到老头那边说，老头我告诉你啊，这三哥说你啊，你他在南京碰到你，你跟他说的这场球是假球，我那视频截出来，对不对？闭着眼睛喊光，把老头搞到满堂，哎呦我哭了，怎么哭了不得了，我来讲，他三哥个逼啊，那样比九五才是我哥，他又不懂球的啊，我认为啊，我认识的每一个球迷，包括翔哥啊，我都吸收到很多足球的新知识。嗯啊，也包括几乎所有的申花球迷。嗯，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孔子说的，对，上港是后起之秀，对对吧？从看球的，我们作为上港球迷，从看球的历史来说，啊，阅历没到收获的季节，我们还在向上攀登，还没登到顶啊，我们还在学习。啊、对对对，这话对不对？等一等啊，三哥，有人说卡。啊，可能刚才，等一下啊，是不是火锅有点影响啊？现在卡不卡？卡，有。那是什么？还是什么这个东西？不是，应该是这个火锅。等一下，我叫他们把这火锅拎到那边去煮啊，好吧？稍微等一下，哎，不好意思，那个火锅帮我拎到那边去煮啊，这个好像有点干扰信号，一下子没信号了，这个铜的可能是。啊，稍微等一下，铜的有道理，对，对对对，啊，有点铜的啊。来，大家说好了没有？还卡吗？又卡了。刚刚不上铜锅，蛮好的嘛。啊，我看看。不敢卡了。稍微等一等，我来调整一下这个机位啊。啊，过来。这有机位的，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开的。嗯，你把那个关了吗？四 G 开了吗？现在可以吗？来来来，现在用那个四 G 了。现在四 G 信号怎么样？可以。哎呦，可以了。啊，哎呦，那还是用四 G 好。啊，用四 G 不要用 WiFi 了。啊。OK 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啊，不好意思啊，刚刚那个信号有点出了点。裤子拎过来。啊，裤子拎过来。
应该是还是 WiFi 的问题，还卡，我微卡，换 5G 帅哥，帅哥叫你，人家叫你换 5G 了，你马上下个月一号 5G 套餐出来了，什么有吗？耶、yeah, ，你不知道吗？现在还卡吗？可以了是吧？啊，好点了，好点了啊啊，好的。三哥，我给你不要动了，太远了，听不见，我都 OK 了，不可以听得见，听得见，听得见。你说小声一点就行了啊，因为这边是，11月1号，三大运营商将发布 5G 套餐。哦。啊，三哥，我们两个都去搞个 5G 手机吧，华为的好吧？支持一下国货，啊。华为可以吧 ？OK， 我们还是啊，我们下次用五G是不是速度很快、啊，三哥？快不一定稳的、啊。哦，还要稳定啊，要稳定。那我们因为基站不够，五G 的基站可能啊，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啊，三个朋友，我们有五个人，我点了五个。啊好，你要什么自己选。啊、OK、嗯、啊，三哥，人家叫你马上讲正题了啊。五G 手机我们会考虑的，只要拿了冠军，我们肯定换五G。三哥、啊，是吧？啊，只要拿了冠军啊，肯定换五G。同志们啊，五G 啊，这个我也不一定快是吧？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啊啊，你说用网络呢，啊，也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啊，就跟拿冠军这件事情一样的，哦，有个过程啊、对，你不要想着就是说速度快，好像速度要快，上岗的这个成长啊，一定要好像一拿冠军，然后砰砰砰砰砰拿个10年8年冠军啊，有点期望值太高了，这个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不对，还是要过程、啊、这个不对的啊，这个是一个球队的一个俱乐部的成长是。啊，有一个过程，他可能中间还有一些成跌宕起伏、啊，就是说他这个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成绩会有滑坡、啊、好一点的心态，然后再往上。我一直是认为，就是今年这个冠军啊，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即便是今天赢，只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啊。我们心态调整好，对吧？对。当然，我一直说的远征跟这个没关系啊，不管成绩好与坏、啊，不是说拿得到拿不到冠军，对，你不是说，哎呦，这场比赛我一定要去广州。我告诉你，那怎么了？就算我们现在，如果说我这么说，如果现在已经恒大已经锁定冠军了，那客场广州我们不该去支持一下吗？也要去啊，就是要干你冠军嘛。哦，把你冠军干拉下马。我为什么要成就？因为还是啊，对吧？这个要实，对吧？啊，这跟冠军不冠军没有关系。啊，不会吧？我们拿。来，等一下，我把这个再往窗口稍微移动。哎呀，这个倒有点麻烦。你是什么移动还是什么？我是电信。那用我的，我来试一下，用我的流量。等一下啊，我来分享一下。哦，确实一楼信号不太。就这一间信号特别不好，我应该跳这一间。那我原来。这些每次我们直播都会遇到一些信号问题，是吧？我这个电信信号有吧？你们是有联通的手机？哦不，联通更糟糕了。他们说联通好。联通好、啊。嗯。哎、这个，我的电信也不行。现在还卡吗？我的移动好像信号也很差。到今年联通行，他说，我们还是移过来点啊，移过来点。刚才这个位置比较，现在怎么样？好了吗？现在不好了啊，好了，它一阵一阵的。它那个电信是这个信号是飘过来一阵，又飘过来一阵，是吧？啊，好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继续。OK 啊，谢谢啊，联通首开 5G， 哎呦。很好，现在啊，这个事情我们不讨论了，不讨论、这个扯远了。哎，三哥，我觉得还是分一下今天的比赛吧。你今天是在哪个看台看的？我在天堂星楼上的包厢。哎呦，在啊，
就在我们楼上包厢。对。哦。就看着你。哎呦，这个我有点。整个的助威过程看得清清楚。哎呦，这个我有点心虚了，哪里做的不好，请你多指教。然后我、啊、我跟老胡也稍微聊了几句关于你们的助威啊，然后我们、啊、首先第一个感受是，翔哥非常辛苦。这没有、啊、没有没有，就一场比赛他基本上不看比赛的，所以他要拖着我来聊球，你让他聊他聊什么？一场比赛大部分时间头是冲着后面的，通过战队的，对，通过战队的，他要控制，一个个拎的，哎，几次回去了，哎，哎。相当辛苦，非常非常辛苦。你这个太形象了，太形象了。我是看在眼里的，一个个吹啊。当然了，我是其实自觉性还是很高的啊，看得出来的。那个然后林涵今天老风没有领，我今天是我们让一个小朋友上去练一练。今天是新的新人，我发那个名片去的啊，但是没想到今天这个小朋友到哎。还可以啊，老冯啊，不是我们这小伙子、哎，你不了解这种小孩子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啊？这得啊，打了两个小姑娘啊，你叫他天天弄啊，对对对，啊 ，U 二三他们说我们培养 U 二三，培养不出来的，这样抢着做，就这个道理啊，哎，抢着做是说，一场两场卡住了，又卡住了，我在说又卡住了，卡了，给他希望吧。好，我们再过来点。不是，我们彻底解决，这样不行，他们看的感受不好。没跟他情况不好，我是没这么情况。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那要么放在你这边看。不，这边我在干。不是，他应该是没关系，跟离这近，这边离那个窗口近。不是，窗口你还得用他 WiFi。我告诉你，四 G 是真不行。来试一下，我们先试一下啊，把这个调亮它。调亮这个，又好了。好了好了，我们换一下。现在怎么样？可以了吗？现在可以了吗？来，哎，弄得好。来，大家啊、哦，好了，人家说好了。可以，好了，那就这样吧。那个可以。克服一下。你帮忙看一下，我们看。我在看。只要二姐说不卡，我们肯定不卡。嗯，对。因为她在边上监控，她是。坚持，坚持，啊 ，OK， 啊 ，OK，OK，OK， 我们换一个角度，换个人。风雨，风骨在惊奇啊，这到底风雨。三哥，那么继续，我们还是讲比赛吧。啊今天你觉得那个，我们整场比赛的球员的发挥啊，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是打的什么阵型？今天呢，我觉得呢，要首先是我们国内球员发挥的非常好。这个是要比、外援好也不是说比外援好，就是要比中期的时候我们的那几场踢得很臭的球啊。哦，那国内球员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那今天呢，我看下来的话，都蛮好，都是不错，尤其是我是反正好我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是就是我今天先点赞一个时刻，哎呦，后卫对。为什么呢？今天可以说啊，整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犯错的地方。没有什么犯错的地方，因为呢，前面那一段时间的比赛呢，时刻的发挥啊，是有一些问题的，是有一些问题的。这个两个中后卫里面啊，里面呢相对来说，今年整个一个赛季认为贺冠的发挥呢。又卡了，卡了，是卡了，对，那倒是，然后又卡了，哦，是卡了，那么用 WiFi， 开 WiFi 吧，啊，用 WiFi， 用 WiFi， 还是用 WiFi， 稍微等一下，我们开 WiFi 啊 ，WiFi 稍微稳定点，这必须我们。啊。现在可以了吗？大家说一下，我们好了，对。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是吧？啊，我们有二姐帮我们做监控，哈哈哈，做监制啊。大家克服一下啊，克服一下。这个地方有点啊。我们下次我们到楼上。我一进门我就说这间房间不行，对吧？果然不行。对对对。好嘞。二姐帮我们看看。好。
吧。嗯，我看着了。那么十颗你觉得就没有失误？啊，今天基本上是非常好，有几个断有几个这个拦截是做得非常好。嗯啊，这个你倒不是第一个点赞我们的这个进球工程。啊，李胜龙在这先是第一点点在后防，因为呢是这样子，我为什么要说石科好呢？啊，因为李胜龙呢，其实呢是已经数次点赞他过，嗯，而石科的话呢，我是曾经是诟病他的，啊，我是说觉得他批评啊，批评哥，批评是的，那个，但是今天是非常不错，嗯，那然后的话，蔡慧康依然是不错。拦截、这个整场比赛非常的卖力，先不说他啊做的好不好 啊，但是这个精神是啊可嘉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半场的时候我就跟老胡说了，就说吕文君 啊，我说吕文君和李胜龙 啊可能两个要换下去、因为什么呢？太累了。为什么太累了？今天最累的两个球员，大家记住啊，好好看球啊，你就会知道。今天最累的两个球员，李胜龙和李文君，最累。我说换陈冰冰，确实不停的上下，来回，防守的责任他们俩一点都没有丢。李胜龙我记得很清楚啊，他除了进攻，还防守也在拼命的。李文君也是的，哎呦，这天啊，我刚听，因为没办法，因为你这个你今天。啊，今天踢这个4231啊！啊，你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以前说的这个火红头陀，对吧？最拿手的这个，就是说你当对方进攻的时候啊，然后很明显，尤其对方今天他主打他的右路，很明显于海一个人是挡不住的，一防二怎么防？于海在防，当然于海也防得不错，防得就我就看到吕文君啊拼了命往回奔，他一定要协助于海。这个是对的，如果他不帮于海的话，他这个他的这个大连一方的右路进攻也回防不好，回身追求，对，阿脑就那么就是下半场刚刚、就那么一个，对可以的，哎又好了，对，好的，但他们不断的下半场不断的在那个拼抢，对吧？这是精神，好的，二姐帮我们在监控，他说没问题就 OK， 啊，蛮顺的，可以，开门。啊，继续啊，没有，这个这里不管，我们管我们说，他这里会有。好，继续，三个不管。那么，现在可以吗？我都啊，蛮好啊，没问题。那现在那么你还有呢？中方球员那个啊，那个我们的那个边后卫呢？王申洲，我觉得边后卫上上下下也于海很好，因为他这边的压力大。然后他出他攻防两端做的都不错，都蛮好的。王申超呢他中规中矩啊，我反正今天中国球员没有什么问题啊。王申超今天压力不大，没什么大的没什么大的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基本上每一个啊都是，甚至于包括后面替补上场的陈冰冰啊，也蛮好的，不错的。临创意时间太短，我也看不出来，几分钟啊。那个那么外援来说的话呢，外援来说的话呢，艾哈迈多夫啊，这个是状态相当好，相当好。当然了，主要还不是靠他，主要还是啊胡奥组合。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啊，搞点我操，很明显的你做的，没你刚吃崩了啊，我以为能莞尔一笑，莞尔一笑，社会能人，主要还是胡奥组合啊，就是。胡尔克和奥斯卡这个两个外援起了作用，你认为胡奥组合很明显啊，就是说他们我们这么说啊，就是说当胡尔克、奥斯卡加艾哈迈多夫他们这个三人搭配的话啊，现在毫无疑问是上港的最强阵容啊，目前来说的话阿瑙呢总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还，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到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但最后那个球，你觉得怎么样？当然，这个球真的太 English 了，操！这个球他妈的，漂亮啊！无缝连接啊，这个啊，这个就是水平。到最后他能打门，他都不打，就是他传回去啊，反正就阿拉英超风格，对吧？这两个都是来自英超的球员，一个是切尔西。一个是西汉姆，对啊，这两个配得起来，啊这两个配得起来，这两个真配得起来，因为都是来自于这个英超的，对对对，
好吃吧，做了好吃吧。下半场啊，最后十五分钟啊，基本上就是他们两个，嗯嗯，打天下了。对，啊，艾哈梅多夫偶尔帮一下，但是后艾哈梅多夫后面我不知道，没体力了。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阿瑙这个支点啊，他这个支点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只要后面的人跟得上节奏，啊，你看他支点，不管是蹭球，他的支点是还是脚蹭球，还是头蹭球，位置绝对到位啊，老色一样，哎呦，身体很到位。对对对，他这个支点作用，所以阿瑙就是说怎么把它用好，还是一个我觉得呢，就是说艾尔克森啊，在这一点上啊，是需要向阿瑙学习，跟他差远吗？啊，我们先不说差远差远，我强烈建议啊，好了，说卡了吗？好了，好了对吧？好了，所以啊，可以了，可以，我有移过来就，刚才天空是不是应该我啊？三哥，你继续说，我去那个拿个东西，你继续啊，继续。那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这个中国球员啊要多学习优秀外援的啊一些技术特点，那么现在艾尔克森已经是中国球员了，对吧？所以也是希望艾尔克森能在怎么样做好一个支点的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还是比阿瑙还是差一些的，对吧？这句话大家同意吧？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太卡了，我需要跟大家互动一下。我窗户你看见过？不是。要拉窗户的。啊，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哎，为什么我这里的屏幕都不动？你这边我倒看到了。嗯，那我认为啊。下一场客场对恒大没有办法啊，只能继续摆出我们最拿手的这个最强阵，还是胡奥组合加艾哈啊，这没办法，这没有办法。这个阿瑙也非常好啊，但是呢跟其他一些球员，除了他跟奥斯卡还能搭，两个人还心领神会，跟胡尔克啊跟那个跟艾哈还行，今天我看到他们两个也有这个连线，也还行啊，跟浩克我看就恐怕有点问题了，这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可能会，所以就是浩克和阿瑙不能同时在场上啊，对，目前是这个局面。浩克向阿瑙上啊，没办法。那看来就是我们的佩雷拉主教练通过几场比赛以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调整，那对不对？我这么说啊，就是说从上港，就是说未来的话啊，如果说要踢更先进的足球的话，那阿瑙在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以目前来说的话啊，球员还需要尤其是国内球员还需要大量的时间来学习这样的一些阿瑙的先进的踢法。那么但是这批国内球员已经非常习惯了浩克的踢法，当浩克拿到球以后，国内球员知道我该不该跑啊，怎么还是让他自己去干，对，然后捡漏，已经都很熟悉了，甚至浩克一抬腿，他我们国内球员就知道他下一步是要自己打门还是传球，对对对对，都已经熟悉他的套路了。对，那阿瑙下一步做什么我们还没摸透，这个上面就是有个磨合，就是没有冬训的。这烤麸很好吃啊！哦，而且这个烤麸好吃，很好吃。是莞尔一笑做的。莞尔一笑啊，这个这个有点我们老大黑的味道啊，是吧？莞尔一笑他自己做的，莞尔一笑就是我们这个上港集团球迷会的女球迷。哦，是上港集团球迷会的。啊、对对对，哦，莞尔一笑点个赞。莞尔一笑在不在？莞尔一笑在群里吗？我们看看。又有了，又有了，可以可以。我来问一下，莞尔一笑他在不在群里啊？啊，在不在我们直播现场啊？可以留个言啊，我们向你表示感谢。这个烤麸煮出来啊，有点我妈妈的味道，哈哈，妈妈的味道，小辰光吃的味道。四喜烤麸嘛，对吧？四喜烤麸。好了，一般性到庙里向去就点搿道菜。那就啥物事呀？庙里向有豆腐干煮的。要看什么照片？他们要看什么照片？我都不知道。老油的。
还可以，还行啊，现在还不是。嗯，我看看卡不卡，看。哦，还可以，不卡不卡。我们继续啊。照片嘛，对吧？而且真人都上了，还不要说真人秀了，真人秀不要看照片了。上一期直播这个发了二姐选美的一张照片，对吧？啊，这次今天的直播封面还是二姐啊，大家可以上次看的是脸，这次看的是身材啊，大家可以注留意一下。太卡了，不卡不卡，现在很好，很好，他们一直说卡，很好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留言，我来看一下。我稍微转过来点，我看看。我们这个留言怎么不动了？我们不动，我们没事，我们看二姐的这个留言。聊聊考夫有啥聊的？考夫不聊，考夫一个。可肯定不是在现在。他不是下课了，不是下课。不是，他到学习班去上课了。上课去了。主教练这里下课了呀。不，上面节课下课了，下面节课上课了。他上三哥认为他还会回来吗？就是在下一场跟上海上港踢的时候，他还会回来当主教练吗？那现在这不是他这个上课，如果要考试的话，要读一段时间的。现在换帅的，生死战哦，临阵换帅，这个不可能的。那是再傻的人也没这么傻。哎，但是有的人可能会有没有这种想法啊？双刃剑。也是种双刃剑，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政治他当主教练这个可能不行。哦，太卡了，不行，还是有点卡啊。等一下，我们再调整一下角度。这样的直播效果非常差，我们要不换个地方？啊，那我上去看一下啊，上去看一下。那个，我们俩先上去，他们在下面接的。你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有点卡，我上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地方。啊，我们争取换个地方啊，要不然这样的话。都说的都没劲，你们听的也没劲。今年的联赛好玩呐，都有机会了，啊！如果我们跟人家打平，国安就冒出来了。国安现在差了几分？不，打平冒出来吗？61、62、63。对啊。我们打不能打平的。我们如果跟恒大打平，我想一想，63、64，国安就是64，国安也64。我们跟恒大打平63、64，就是说恒大和国安同分，对吧？没错吧？那我看看啊，同分61、62、63，打平64，他也60，对，同分。同分的话，国安是不行的，不行的，国安不行。国安那个主客场各场都输了啊。不行啊，那不行。那恒大是真正是命运在自己手里，我们命运也在自己手里，就我们两家命。但是今天国安就骂，为什么骂呢？就因为这场球，到了国安因为这场球裁判问题对他们影响很大。为什么？因为这场球输掉的话，你要输掉的话，那国安有机会的。我想懂，你好好追了，想好了。这。没，你先讲，先让伊拉上去，上去阿拉自家打自家碗，阿拉自家打自家包，我是那种，等你再来。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到楼上，稍微等一下，换个地方，稍等一分钟。拿东西阿帮阿阿上去，阿拉洗澡了。不是阿拉帮侬捞，我去做。那去哪？阿拉去吃个香烟。别闹了。阿拉去吃香烟，这家吃香烟去吧。不去了。哎呦，一分钟啊，我们换个二楼。吃了两个老板没有？手机摔了没有？没事，滑了一下，翔哥滑了一下。不是，刚刚地上有点滑，没事，没事。现在应该好了吧？啊，现在好了。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肯定一路 OK， 一路。后面都一路 OK， 一直到最后一场12月1号，一路 OK。对对对，OK。讨个好口彩啊！讨个好口彩，一路 OK 啊，一路 OK。那脚下蹬了得少不了，那是啊啊！好，接下去一路 OK 啊 ，OK 到12月1号啊，兄弟们啊，啊，继续。刚刚讲到球队的表现是吧？对。你后来又讲了什么恒大的这个问题？恒大那个
啊，他们有人在问你广州群呢？广州群在哪里？广州群啊，广州群，远征广州要开群的嘛，不是？广州群，我们五二四战团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团里的。现在这个群里面已经有40几个人，呵呵，就我们一共200个人，已经有40几个人要准备去了。那么那个总的，因为球好像俱乐部还现在还没定到底分配多少名额下来，所以还没有那个群，还没群啊，要等俱乐部通知，俱乐部通知。但好像据说是广州恒大俱乐部好像不给我们很多名额。还是老样子了，500张了啊，500张嘛，可能500张都不到，500张他也就那点人了，都做1199啊，1199有点纠结，嗯，1199有点纠结，时间太长了，那没必要，坐飞机嘛，哎，坐飞机可以，飞机嘛，飞机可以，啊，飞机还可以，也不是很贵啊，对，嗯，动卧啊，有的人说坐动卧去。很多了，坐高铁坐动卧都可以。广州有多种啊，广州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喜欢坐飞机，因为为什么？因为天之内有太多的航班飞广州，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它广州也跟上海一样的，飞机下来的话直接有地铁的。对对对，对吧？3号线。对，是直达的。啊，3号线。直达天河。啊，直达天河，哎，这还蛮方便的啊。啊，它还真的是过天河，啊，它真的是过天河。直达天河北门。啊，还是蛮好的，啊，好，红发香克斯，今天我们也见面了啊。这个今天跟啊，很多球迷，啊，很多跟着三哥又跟一些我群里的啊一些群友啊群友就见了面了啊。因为呢，这个呢也是要啊也是要说一下的啊，是要说一下，开不开心？这个是因为为什么呢？在主要呢是大家呢的，就是为什么跟群友们见面呢？是因为大家呢要履行一个，要对三哥履行一个赌约，就是说呢，在第几轮我忘了，反正那个时候上海绿地申花是积了11分，啊，积11分的时候，你就说啊，那然后呢，整个的。啊，这个群里面上港球迷群体里啊都是啊都是在议论申花会不会降级这件事情啊，都认为有可能，有的人认为可能降级，有的人认为不会降级啊。当时呢，你就打了个赌，我呢坚持呢是申花不会降级，然后呢啊，因为当时实在是太像降级了，太像降级了，然后呢大家不服，啊，不服的情况下呢，我跟300多位群友。啊，赌了一把，啊，这个好玩啊，我就说啊，如果申花降级，我啊，请所有的群友浦江游览。嗯，去年夺冠，你们浦江游览了，对对吧？啊啊，如果那么我们这次呢，没有围绕着上港来赌，是赌申花降不降级啊啊。那如果申花降级，我请大家浦江游览。如果申花不降级，每位群友输我一包烟，什么烟无所谓，当时说的，只要是烟就可以。哎呦，我抽烟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浦江游览这个费用很厉害的啊？对啊，包一个船的没几万块钱搞不定。那也公平的，那因为300多个群友，如果一人输我一包烟的话，哦，那也不是小数目啊。对对对，你一个船坐300多个人也要这点钱啊？对对对对，差不多的，对不对？对等啊，对等的，啊，我做的这个赌约是对等的。对对对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嗯，在那个时刻，嗯，我觉得是啊，是这个赌约，啊，公平合理，哎，是非常公平的。而且那个时候11分他才，那个时候正好是哎，整个申花球迷群体，我操，哎呀，在开那个、开会的时候，开那个恳谈会，啊，就是恳谈会，苏宁那场都没踢，那场那个时候啊，还没赢苏宁啊，没输，没赢苏宁啊，那个时候就赌的，对对对，不像现在，哎呀，像他们这个什么他们说这个。哎呀，老朱跟人家现在一条赌十人家10条，啊就是说啊，10条赌人家1条。他说申花降级，我输你们10条；申花保级，啊，你只要输我1条。真的，不要以小博大了。不是，现在谁会跟他赌？傻子啊！明摆着已经不会降级了。啊，这个对，对不对？概率没有了，概率没有了。啊，对不对？啊啊，你啊一直说
啊好像哎呦有多么多么懂球啊，怎么你那你这个你在这个局势已经明朗的情况下再来你再来跟他赌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赌球，懂球不懂球，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记得住啊，在啊整个要比如说1983年谁进的某一场球啊，谁上了啊，谁下了，谁进了球什么的，不，这个不叫懂球。所谓懂球就是说你对一定要有前瞻性，对对不对？对 对, 对, 对，你要前瞻性。最简单的啊，你啊，最简单的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博彩公司，对不对？啊，你真懂球，那你早就别墅靠海了，对不对？这个叫懂球嘛？啊，对对对，你就事先预测啊，对吧？就当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来预测啊，对啊，那个才叫水。对对啊，你我三哥懂球不懂球？啊，我不懂球。我并不是说预测申花，预测申花不会降级啊，说申花不可能降级，是因为我懂球，我从我都不会那么认为自己是懂球。为什么？是因为我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这跟球懂球不懂球没半毛钱关系，对对，知道吧？对对，是因为这个是社会经验，还而且对中国的社会的众生态的了解啊，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判断。嗯，嗯，明白吧？这个都不是因为懂球，所以某些人要切五嘛？为啥某些人要切五？这个道理嘛，对吧？那先不说这个，我觉得呢，我觉得呢，这个我们上港球迷呢，至少来说的话，虽然是个小小的赌约，但我觉得是我们上港球迷是非常的啊，都是非常的啊，有品。啊，有毒品，言出必行的啊！嗯嗯嗯，来，翔哥来看一下。哎呦，呦呦，你今天这个收获满满啊！这不得了啊！啊，因为已经确保肯定保级了，肯定保级了、啊对对对。真的是不得了，你看，你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谁？哎呦，谁中午啊？了，这个。我当时的赌约。我们这个画面就不要放了啊！我来证明一下啊，就确实。不，画面可以放嘛？啊，这个不太，没事，这个可能就看一下，没事啊啊啊！这只是一部分啊，一部分，还有部分没拿出来啊。稍微闪一闪啊、嗯，这个只是一个大家好玩，对不对、嗯、啊？这个啊不只是中华，因为我没有说一定要中华，但是呢，随便什么也，但是呢，打前门也可以，包括是什么呢？啊、嗯，包括就是其实最早的话，像那个像那个火花，像这个集团球迷会老丁。啊，我上次有一次直播也说过，嗯嗯、他们早就啊中华，他们认为早就保级了，啊、老是哭了嘛。嗯、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跟同哥跟好像屋里向学堂用不是马相遇了嘛、啊？还有我们这个啊，必须要提一下的是我们这个啊，红鹰散客球迷会的啊女球迷朱坦坦。他呢，最近呢身体不好，生了一个病，哎呦，然后呢，他呢不能、哎、啊，不能就是说外出，哎呦，所以呢，他也没法像以前一样一直到八万人来，哎呦，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三哥我也不懂香烟，对吧？女球迷嘛，他不抽烟，就给你红包啊，就啪一个红包，也可以发红包的，你知道现在已经收了很多很多了，嗯，那这个我是纯粹是好玩，对不对？对对对对啊，我是纯粹是好玩，对对对，不，但是也可以看出我们上港队的很多球迷是。愿赌服输，就是很讲诚意、诚信，对不对？我、就是、输了就输了。我就是这么来理解这件事情啊。啊，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呢，至少来说，大家都很支持我啊，都很支持我啊，也比较支持我们这个直播，对不对？对，那看的人蛮多的。我觉得啊、嗯，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后面引申的话题就比较大了。哦、啊，就是我。今天啊，先还没提广州恒大，这个话我就先说在前面了。嗯，什么话？就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直播，前两期直播也一直提到这个问题，就什么？我们大家听清楚啊，是这样的观点：我们上港未到收获的季节。哎呦，还没到收获的季节吗？我们还在成长。哦，还在成长。我们还在成长。哦、这个成长还是需要。啊，时间啊，一定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不是已经拿冠军了吗？拿了两个了吗？拿一个冠军啊，嗯嗯嗯，拿一个冠军是、其实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啊，我等一下会说啊，这个意义，这个拿了这个冠军啊，这个意义
但是呢，我绝对不会认为呢，我们现在已经是可以，我至少来说啊，我就拿在上海来说，啊，我们还是啊，这个从球迷的群体啊，包括球队的影响力来说，还是在申花的上海。那肯定，那肯定，那肯定，对吧？这个要有自知之明。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实力比他强，啊，成绩比他好，所以我们就认为啊，我们已经是上海滩老大了。这个其实真正做到上海滩老大，我认为还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啊，我就这么说，球队也好，俱乐部也好，还没有到收获的时候，还需要继续努力，继续要向上攀登。啊，我之前我说过的，这个是为什么申花球迷他们的这个群体的这个年龄分布啊？其实这个申花是可以到一定的可以收获了，因为为什么？他们从小孩到成人，现在都是为人父为人母，有了家庭，事业有成。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经常说的，说申花球迷的消费能力要比上港球迷要强一些。那其实是很简单，他们正是啊这个最最年富力强的那一代。就是说，港还有港啊，最通俗的一句就是什么赚得动。所以，对于申花来说，对于申花俱乐部来说，对于吴董事长来说，他倒是可以收获一下，因为他接盘接来的，就是烂摊子，不是也不能说烂摊子，就是说这个球迷群体是成熟的，而我们上港集团接了东亚。可以说，在球迷这个这一块的话，还不够，不是不是不够，是很差了。就是说，对对对对，那跟那种老牌俱乐部是不好比、是非常差的，特别是跟国安啊，对吧？恒大呀这样的相比啊，难怪人家要造谣说我们是什么发油了、发米了、发卡了，对不对？当然这个时候是造谣，人家对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但是造谣，但是也有不造谣的，也有不造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门口竖块牌子，叫大家不能早退，这个有的。这个有的，对不对？那说明什么？球迷他不成熟，在那个时代，自觉性还不够那刚刚上港，刚刚一四年刚进来的时候，他不成熟，对对对，投入还不够。那么到现在五年，今天要来上哥，要来说说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哟，这跟国家一样的，到今年五年计划，到今年正好正好是画个这个画个逗号了。而且我跟你说，上港接手。东亚是在2014年的十月份吧？对，对。到今年的十月份，哎，你说对了。到今天，正好是五年。正好是五年。正好是五年。因为我记得，根宝告别的时候，那一场就是我们19看台全部留下来，最后连喊了半小时根宝啊，就是2014年的10月26号，就是和高洪波这场，就是江苏这场比赛。到今天，哎，正好五年零一天。真的被你说准了这个呢，就是说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球迷群体也好，对于上港俱乐部这个甚至于集团顾金山这个领导包括我们上港俱乐部张明董事长，一直到我们下面这这个最基层的球迷对，大家都要有这个共识，都没有到收获的时候。你认为还没有到？都没有到收获的时候。为什么说会去三哥会去跟大家赌这一场？我认为申花不会降级，底蕴不仅是因为他本身来说，以绿地集团的投入来说，因为什么？你这个金主你没有出问题，绿地并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你这个首先你后台老板没问题你这个钱没问题对对，资金没问题，资金没问题，降级的球队大多数是资金都是大多数是资金链出问题，对 对吧？这是第一点，要么就是卖球卖出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什么？把个门子弄了发了五个，弄熟了那个门那个地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认为我都不希望申花现在降级。让他就是丢了黑，因为为什么也是丢了黑这个呢，我不能说的这么残酷。就是说为什么如果说申花现在降级的话，其实对申花来说是好事
信在马上降级反而对申花是好事啊。对，不那其实事实就证明了为什么啊？他就今年就离降级就只差一步之遥啊，奋起。哦，啊，大把大把的钱砸下去了，哦，干脆往死里砸。因为为什么很简单的，他没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嗯，你现在你想一棍子把他敲死，敲不死，敲不死，反而会敲醒他。哦。明白吧？哦，但像现在这样，就是讲他套五年四，反而是没用。每年套五年四，每年套五年。他没有，今年没套五年四啊，今年套啥五年四啊？哎，不是买了两个人吗？搿啥级别了？搿已经这个不是，这并不是套五年四，侬还要搿是自家骗自家。啊，搿是啥呢？侬认为？这个他今年是醒过来了。哦，对不对？我急了啊，都行动起来了。花了那么多钱，侬讲是套五年四。嗯，他今年的这个中期的投入不少啊，仅次于上港啊，这个大概什么次于上港？沙拉维仅次于上港吗？毛叔叔，我讲不懂。上港就是引进了一个人哦，毛叔叔靠这个有是，有个中个都中期，就什么彭新力啦啊，什么沙拉维啦，金信玉啦，啊、崔康熙啦，崔康熙，还有那个现在鲁能的那个一个胖子小胖子啊啊！现在我们回头王永珀，我们现在来看啊哦，各错各错。他已经等到他补强以后，大家都发觉了，他已经不是什么保级队了，是保级队，争可以争一争前六，不是可以争一争那个冠军了，足协杯冠军了，对不对？足协杯冠军是那个我们不讲，足协杯冠军有足协杯冠军有很大的可能性。联赛我们讲联赛，他应该在前六是没问题的，三哥差不多吧？你说他前三，我不认为前六，前六啊，差不多。前三、这个是定位蛮准的，前六。他这个目前他这个水平的话，他跟 Big Four 打的话，他还是有点吃。他关键国内球员不。那么你认为他现在是前六水平？前六水平，离亚冠还稍微差一点。不行，不行。如这个就这么说，就是说运气好一点，足协对不对啊？这个大家拼一点，那还是有可能。有可能，对。今年只不是说今年啊，今年基本上明年，我们说明年。嗯，那是回头来看的话啊，其实都作为申花球迷，他是觉得是蛮开心的。嗯，啊，就是一下子坏事变好事了。哎，世界上的事情。大多数都是这样子，嗯啊，塞翁失马，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本来是去保级了，结果保着，哎，球队的实力上去，更加往上去，哎，往上去，对对对，这个，对，这个也正常，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其实他没到，他没到要死的时候，啊，有上港球迷在中期的时候，为什么三哥要跟你们打这个赌？其实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降级啊，一个人。如果到了病重了，嗯啊，他到最后啊，积重难返了、嗯，他不死也得死，你不用推，你不用指望，你不用祈祷，他就会死，就像人和啊。但是如果他明明没有到这个时候，嗯，而你拼了命去抢，每天扎个小纸人往他身上戳，没有用，反而他提醒他了，没有用，提醒他了，嗯嗯，申花未到死的凋零时。未到死的时候、嗯、我们上岗未到收获的时候、哦、这一点希望啊，三哥把心掏出来告诉你。那么三哥你认为上岗要什么时候才能到收获的季节呢？好，我今天就来说说关于我们赌这个香烟局的这个事情、啊、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嗯、我们的群友啊，我们的上岗球迷都是、嗯、啊都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个小小的赌约啊！刚刚我看很多人又在给你发香烟红包了。啊、对、啊，这个我收，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品，啊，毒品，啊，饮品，啊，毒品，毒品，我也要讲品。这个，就像那个，搿叫毛剑卿斗战节，也要讲毒品。哈哈哈！斗战节也讲毒品哎，那不好拉呀，拉是。对吧？我明明都是他家拉，到那拿嗓子全部爆掉，搿勿来事。那阿拉去年是办了个，妈个逼，阿拉个赛季上风，帮硬气讲阿拉个赛季是伊拉个，哎呦，出那个。哦，才开始垃圾币了。打要打勿下当。搿赌赔一塌糊涂。那你讲是讲勿清爽。啊，搿赌赛季勿好乱赌啊，搿是要拘留两个礼拜啊。危险。举着啊。我想说的就是。刚才都说了，对吧？未到收获的时候，啊，那我觉得呢，大家喜欢看我的
我和强哥的直播，对不对？那对我也是非常的支持。但是同样的，三哥想今天想在这里说，其实我下午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就有点感触啊，看到大家这么啊这么热情的啊，一包一包烟买好送过来，我就想说，其实一样的，三哥做这个直播也没到收获的时候。啊，一样的，球队都没到，对对，我凭什么？我们球迷也没到，没凭什么呢？对不 对, 对？我们球迷会，包括散客还没到那个境界。我们呢就这么玩玩，对不 对,、对？有事没事啊，挑一件事情，大家小组一下啊，往这东倒，好不想也就可以了，好不想，对不对？阿拉是搿不是一个，不是搿种啥个赌博，对吧？那个小高刚才问我，要多久才能达到？还需要多久？还需要多久？就是。收获的机会啊，上岗可以收获，嗯，或者说还需要多久申花才会真的降级？那苦了也是的。今天在这里，我就表达一下，我把这几件事情串在一起说，讲明白啊，串在一起说，讲透啊。这个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岗球迷客栈，这个是翔哥一手搞的，所以我不能代替翔哥来发表什么意见，你代表你个人，我个人。我的这个直播有时候跟强哥连线的，对对对对对啊，这个现在粉丝也不少，嗯，我就这么说，如果说开直播是为了收为了赚钱啊，为了收费，对吧？这个也很正常，啊，对不对？有的直播是要收费的，啊，这是很懂路的是要收钱的，啊，收费的，对吧？还有个八毛八的也收的，啊，知道吗？还有个什么有比基尼要便宜点，我们不管这个事情，我们不管，我们先不谈这个事儿。还有我回答问题也要收费的，我自己要表个态，哎，就是说我自己的那个直播 ID， 对，我十年不收费啊，那你十年我是永远不收费啊，那更好，永远不收费，因为本来就跟球迷交流好开心嘛，对，对不对？我们靠这个赚钱还搞得好了，我们的目的不要过日子，我们这个目的是在于此。啊，我自己先把这个话放在这里，其实把这个年限也是告诉大家，哦，我们要收获，这个是同步的，为什么？如果我三哥开个直播可以收钱的话，说明什么？上岗群体已经技术很庞大，而且消费能力很强。哦，这个意思 啊, 这个意思 啊，就是我们现在今天看到球的 啊，老胡啊，在我们包厢里，啊，七八个小孩子在一起，我都在想，当他们十年以后。他们都已经长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成为消费主体，上岗的球迷的主力军。七八个小孩真的在那里啊叫几岁啊？小学的啊，是幼儿园的啊，但有也没那么小，大概小学的，啊，小学的这是。哦，今天还有好多小学生来看，不是他们在包厢里，包厢里在包厢里哦，就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哦，也在看上岗，这样坐这个啊，哦，也在看上岗队，一排，我觉得倒蛮可爱的，家长带来的，他们也会唱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站在你身后，啊，我们站在你身后。哦，小孩子现在也会上哦，这就是未来上岗的未来，上岗球迷的未来，这是我们的未来，未来啊，我们这一代，是开拓先河，我们这一代是什么？开荒者，是宣传队，播种机，宣言书。哎呦，我们这个长征了，变成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我们这一代赚不了钱，哦，下一代。啊，包括同样的，我们都在往里砸钱，包括顾金山董事长，哦，也没有，张明董事长都是付出，你也赚不了钱，你搞清楚啊，球俱乐部就是上岗俱乐部到现在还不能盈利啊，还要往里输血，还没有到收获不了，同样的，那他们都赚不了钱，我跟翔哥谈扯淡什么算赚钱的事情，我们赚什么钱，我们一直在投钱，一直在花钱，你们是好赚钱也不想赚赚不了，没有这个赚不了钱，我告诉你这个是无根之树啊，没办法，没有用的，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不想赚这个钱，这个话说的对的，不是说赚不到，赚得到的，但是你不想赚啊，我们的底蕴还没有，不是没达到，那你三哥这个话说的对的，球迷基数不能赚球迷的钱，就是开心，就像你说的开心，大家交流球艺，对对对，对吧？那我但是俱乐部也赚不到钱。我自己呢，这是他赚的东西是跟比钱还要高一级的东西。那我今天翔哥在旁边，我就这么说了。我自己呢，就是刚啊，有空呢，打吃两包大家香烟，但是还是凭本事，要往东倒，要往西，要往对，对吧？好，那两包香烟，那两只红包，啊，还可以，还可以，这就是说乐趣，哎，乐趣，开心，对吧？倒不是真的羡慕搿两包香烟，那么对吧？我们这一代上岗球迷是没有办法，知道吧？对。
不是不想赚钱，谁不想赚钱？这个社会，啊、对不对？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我们就是现在的主要的使命，不是来赚钱来的。我们主要的使命就是宣传队，宣传，啊，宣传上岗，宣传上岗球迷，宣传上岗球队。啊、在问场控在哪里？啊，没事，没事，没事。啊，我倒认为有人进来捣乱，说明什么？有价值了，有价值。否则人家干嘛要来捣你乱呢？你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会有人捣你乱。但是会让我们自己的球迷看得不舒服、啊。那么场控就可以出手嘛、啊？因为我们肯定不可能一直看着屏幕，对吧？不是有场控吗？有二十几个人，二十几个啊！场控出手啊，动动手指啊！你为什么要说不是申花球迷？你为什么说我今天说的话有哪里在诋毁申花的？有没有？表扬申花噻，我感觉在表扬。说他不会降级，对吧？啊，说他不会降级，三哥说你不会降级，还赢了。波哥跑一个场控，好是吧？啊，来我来，我看看啊。给波哥、哎，我下次看看。波哥绝对要给、啊。这个里面弄不了，我啊，设围场可以。好、啊，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波哥有了，波哥有了啊。啊，波哥有了。这就是今天这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赌香烟的这个事情，然后会引申出很多的我的一些感触，就是什么呢？就甚至于会想到我们球队的未来，同时也会想到我们上海足坛的将来的走势，嗯嗯，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我知道十年磨一剑，我知道有很多上港球迷，嗯嗯，他们非常失望。因为同城死敌嘛，很正常嘛。他们非常希望看到申花能够降级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你现在就是把他弄成降级，他明年马上又会回来，而且更厉害，更强大，更强大，就像一个这个魔兽一样的，他更强大，他没复活了，他没到不行的时候知道吧？而且我们在上海滩的影响力也依然，目前来说也是敌不过他。你就算把他弄死了，接下去叫你打个副板更厉害，更难打，对，副板更难打，对，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达到了，甚至于超过了之前的预想。哦，原来没想到要那么好就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城市扎扎实实的站稳了脚跟，我们的根深好了。哟，真的。三哥，我有个观点啊，我们先要看我们两个球队的性质，一个是房地产公司的球队，一个是港口企业。所以说，如果说要活到最后，大家去想一下，哪个更长久，哪个有可能是活到最后的？但他可以换老板啊，他这个老板不行，再找一个了。换老板，就像那个朱俊不行了，再找一个。换老板没那么容易。我们是码头工人的，码头工人能消灭的。嗯嗯嗯。能倒闭吗？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倒闭不了。不能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偏于狭义。因为它还是国有啊，我们要从广义上，但两边都是国有企业，对不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说我希望呢，我们所有的上港球迷呢，耐心一点，耐心一点。我们需要十年以后，我相信我已经是退休了，老头子一个了，糟老头子一个了，对吧？翔哥也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十年之后，对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么我们第一个五年，从2015年到今年2019年，2014年底到2019年底了。我们第一个五年，我们完成了什么事情呢？我们首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拿了个冠军。那拿冠军这个只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东西，我们说目的至少真正你要达到，至少就是说先初步的让大家认识到有这样一个球队然后来支持你认可你，这个已经做到了。对对，就然后让大家呢都知道，就至少上海的老百姓都知道上海不只有申花，还有一个上港。让原先喜欢申花的这些申花球迷也来看上港，他们从一开始不屑不屑上港，对看不起上港，看不起甚至认为上港是来跟他们捣乱的。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申花球迷都非常重视上港的存在，知道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这就是对对存在的。对，而且三哥，我要举个例子今天那刚刚有球迷说，是不是我早上在国金中心我确实早上在国金中心，我因为带小朋友围棋比赛，然后呢正好边上有那个青少年的比赛，我就在那儿看，然后帮他们加加油什么的。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在那个现场也有申花球迷，
也有像我这样的上岗球迷，嗯，对吧？然后在那个青少年比赛当中，也有我们青训的梯队，整个场上的布置就是我们那个上岗夏令营的那个布置，什么上汽集团啊、上岗集团啊，整个布置，整个那个国际中心的那个球场，然后呢，场上比赛的也有申花的小朋友啊梯队，比如说天山二小，就是申花的那个梯队，那么也有上岗的，比如说幸运星，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至少上岗已经包括不仅仅是一线队，包括他的青训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现在很多小孩子都在上岗的这个布点学校里面踢球，啊，那么也当然也有申花的小孩在申花的那个布点学校里面踢球，至少大家都知道哦，上岗青训除了申花，现在还有个上岗，这一点就是都大家都家长都知道，对不对？啊、一讲到上岗、这个、哦，知道这个呢还是狭隘了一点，还狭隘，这个角度还是狭隘，还要再宏观一点，对，还要再宏观一点啊，就是说我们要跳出你刚才说的什么青训啊什么，不是足球迷他也听不懂哦。你找个老太太来，就普通老百姓啊，那就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对这个申花这块牌子和上岗这块牌子的认知。哦、原来的上海普通老百姓提申花大家都知道，上海不知道提足球就是申花、啊、上岗那 你不看球的人他怎么会了解上岗呢、嗯、对吧，要通过什么途径，但是我们通过这五年之后很简单，当我们拿过一个冠军以后，哇，电视、啊、都在播对不对？前几天、啊、我们的国际足联哦，英凡蒂诺、啊、也知道我要说什么啊，来到了我们上港基地，穿着上港的球衣跑到我们上港基地跟张明董事长激烈场球。嗯嗯嗯嗯，这个是影响比较大、这个、如果申花球迷让你来点评这件事情的话，嗯，我相信申花球迷是什么都说不出来的、嗯、无话可说、嗯、他们你来点评，你来点评什么，你来点评什么，不能酸一下吗？哎，这猪有漱口液，你就是哎呦老人，哎呦比不上，就让你这句话比不上，这就是我们五年的成果，你会自己说比不上，比不了。哦，这个意思啊，但也仅此而已，不要单一，嗯嗯嗯，不要飘啊，上港球迷不要飘，只是任何仅此而已，就是仅此而已。五年后的今天，申花球迷会自己说出、嗯、比不了。哎呀，你们这个正能量，是他这个正是的正啊。一个正一个反文旁的，这个正的，那这个不是正能量的、啊、老外，老外国人，又不是说哪个部领导下的、对，那你说是申花的口号是不狂不放不申花，嗯，我们的口号几乎他这个口号深深的植入了每一个申花球迷的心里，嗯嗯，造就了这个群体是相当的自傲的，嗯，狂放嘛，啊，相当自傲的。当这样个群体里面的人都在啊，包括某里面的某个人，他开个直播、啊、会说出比不了，那 OK 了。哦，已经这样说了，我倒没看。哦，已经在说比不了了。我也不知道过没说过啊，就这么说啊啊，我并不知道到底说过没说过。嗯，这蛮有趣的。所以说，但是我们不要飘。对啊，我们不要认为我还有三个五年在上海，我已经碾压他了。没有啊，有的人说起来，哎，才能生活对吧？啊，球迷可以这样。哎，哥，主要刚球队不能太过于球迷高估自己啊。他的这个群体啊，是中生代，是非常扎实的一群人。对，非常坚固。现在是三十几岁啊，三十。我今天看到就是在国际中心看到的球迷，就是。跟要比我年龄还大一点，大概要40多岁，对，50岁不到，就这样年龄。那他也带着小孩去考试，考围棋，我也带着小孩去。不要去妖魔化申花球迷，里面会有一些啊啊，这就是老规矩规矩，不善意的种人啊，蔡宝剑老三，他说这肯定中国把正常人的培养，对吧？也有理性的，不是也有理性的，大部分是阿拉上海人，晓得吧？大部分是理性的。大部分上巴人没啥不一样啊，没什么啊，生活中有这么爱好不一样。你认为你自己是理性的吗、啊？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理性的，你凭什么说你周围那些上海人他们是不理性的啊？他们人数还比你多，对，比我们的人多。大多数不会看到你马路上
看到你上岗狗不会的，我会骂，对对，很少有这种人。但在过、哎、今天我碰到的就是蛮低调的嘛，也没骂我嘛。那我知道吹个把那老皮那脸都来。不是在互怼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啊很过激的话，很过激的话。生活中一般不会。那我认识申花球迷，我也认识啊。那不只是老头，我们以前一直啊有一些很多我的一个好朋友对对对啊，他们都叫蓝老师的，但群星球迷协群星球迷会的。那可以说是非常铁杆的申花球迷啊！当我们私下里碰头的时候，哎，我们聊生活，聊家庭，对啊，不聊啊，聊其他东西、啊，不聊球，大家都知道，聊球要吵的，哎，不爱睡，不爱掉书，聊球要吵啊！因为你在否定别人，哎，我否定别人的付出，因为俺老昨天会说这个没办法的。反来说没得你的，这个没得你我得我跟那很多人都是最近都非常的就是非常好奇，说问我他是三哥你跟老头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啊，就是说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其实我们私下里翔哥也知道的，那个时候我们非常要我反应什么啊，然后跟我们有一批一批人，其中大部分是申花球迷，大部分是申花球迷，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经常我们聚会吃饭啊什么聊天的，他们也很尊重我，他们在我面前绝口不提申花和上港恩怨，啊，我们就是提生活，说生活上的事情，嗯啊，吃了就是啊，小潘啊，徐会长都很好，人都很好的，现在都是可以说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这种球迷，但是当私下里大家碰头的时候，嗯。闭口不说，其实应该嘛，不提足球啊，不提就聊工作聊家庭，就这样。哎，侪是上海人，哎，侪上海人，晓得吧？那刚才差不多啊，没啥，我个上海人就是比侬个上海人。是这样的，就不会，一般不会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今天就想说的，就是啊，就是这个。但申花球迷呢，有一些的，为什么我一直啊说？很反感他们的一些观点的，你其实说你正常的，你哪怕是说上岗不好啊，你说是提什么邓巴巴断腿啊，我都认为你这个还都有道理，但是有一些是出离了一些基本的一些道德范畴的，比如说地狱，地狱对，说我们都是雅痞啊，就是说，就是非常强烈的地狱，知道吧？这个在这个群体里面，陈峰这个很不好，对，我们都是苏北，其实。理性的，我们是西上海人，理性的、清醒的申花球迷，对吧？就包括老头在直播里一直劝导他们不要骂苏北狗，他本来就是，但没有用，没有用。这个群体已经这个时候就是成风，蔚然成风啊，就成风了，已经扭不过来了。他地狱，对不对？反正什么的，他我啊，这个如果你是外地的啊，你啊，他就说你是外皮啊。说我嘛，上海人嘛，说是新上、啊，说我啊，就是说然后说吴磊，人家已经有310身份证了，对，不行啊，因为你不是上海长大的啊，也外皮，也外皮，好吧，苏北狗，然后说我他妈的我是上海生，这个我从小长大，我上海生，我上海生上海长，对不对啊？我养了。中德鱼，可能哪也不晓得个这鱼是啥鱼了。中德鱼有人晓得吧？没有，他可以说。来，阿拉调查一下，中德鱼搿头有人晓得吧？中德鱼是啥地方？中德医院是吧？啊，哦，靠鲁湾，哦，鲁湾搿头有人晓得。就是鲁湾区产鱼，现在已经拆掉了。哦，鲁湾区负责个鱼。这个东西啊，它是有个进程的。我告诉你啊，以前不把我们当回事的时候，不会说你是 YP。等你起来了以后，他就会说看这个球的，虽然你们厉害，但是看你们球的都是新上海人 YP、啊、然后呢我们上海人变什么 YP 化，这种论调、啊、就算你是上海人也是 YP 化、啊、YP 化、啊、后面多个化，我养了新物语，我还是 YP。 不是，我就来讲搿桩事体，对吧？侬讲外地人，对吧？也当着 YP 啊，搿么外地到上海来的啊，就像新上海人，就像吴磊这样的啊，是 YP。那么我呢，伊拉哪能讲我呢？哎，哪能讲侬？老头对我的评价呢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我身上有蒙古族血统啊，蒙古族啊，农村蒙古啊，始终我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但是你不是汉族，纯汉族，不是汉族，还是外皮，还是外皮啊。那么江苏球迷呢？啊，还是外皮。啊，这苏北狗啊，苏北狗啊，那根本像我这种啊是汉族啊，俺们没有后面加一个话 YP 话啊，我也比 YP 了，啊，就 YP 话呀，你跟 YP 混在一起了呀，跟像这个么子有点开心，有点不开心啊，不是没啥不开心的，可是我觉得生活就没有点挖缺了，对吧？侬不应该。
就算是新上海人，那不应该歧视人家。没有，我跟你说，地域歧视嘛。你不是，你不是，对不对？你不知道很多帖子。我讲了，他们误导很厉害。你申花球迷，申花队里面有多少人不是上海籍的球员啊？你数一数，上海籍球员没几个。我跟你说啊，他球员不算。其实最终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喜欢申花的，你就不是外皮。对，哪怕是那个讲福建口音的、那个也不是，也是算上海人。你喜欢上港的，不管你是什么出点，就是外皮。懂了。而且我跟你说，你看他们帖子经常会说，我今天混到上港的主场去看，周围全部是讲外地人，普通话，都是瞎说，你知道吧？明明其实我们交关人家上海人，基本上老客了才来看球的。你好讲，省心挖泉歪曲，一直往港，有种人没去过你啊，杨宇。哦，对哦，因为我的港对哦，为了黑啊黑。就像有的人说我们上海球迷是零迷零油啊，哎，真的会有人相信的，是有人相信，因为长得多了啊，人家真的以为我们是零迷零油。往年重复一百遍嘛，就变成这个翻译翻译人，哥切玩笑，这个切玩笑。就是我今天说的话，申花球迷你们自己评，对吧？我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的话，对不对？我有什么啊？就是一定要抹黑申花的。对吧？你们好的地方我也说，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尤其以今年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对不对？嗯，那你们说我蒙古族啊，那你们说我是异类，那我就搞不懂了。嗯，那你今年保级啊啊，你到最后啊是靠了两个高丽人，两个棒子。你保级了，啊，对吧？啊，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对吧？我们上海人比较崇尚西式文化，嗯，对吧？我们崇尚的，因为我们的以前的这个城市，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成长史有很深的西方的烙印，英国、法国这些的烙印在身上，租界，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城市尤其是申花球迷，我觉得他们是充满了小资情调的一组、那我认可，对不对？ OK 啊，认可、okay. 那你所谓的小资情调就是你比较的英，有比较的英伦风啊，有比较多的法兰西派，嗯，对吧？可你到最后浪漫、你到最后你他妈的解雇一个西班牙教练，你请来一个棒子来帮你的保级成功，哎呦，而且立头功的也是一个棒子啊啊！你这个时候到他妈的不地狱了，嗯啊，对呀、我就说你，而且他球队里面很多根本不是上海人啊啊，什么山东人，什么这个这个不说，这个先不说，这先不说，好吧？啊，这个你国内的事情，你这个我你说什么苏北狗啊什么的，其实我这个是最对呀、讨厌这个，这没必要嘛，最讨厌这个，你对吧？你是不是该稍微啊收敛一下？不是你至少来说，你稍微要有点上海那个腔调，上海人讲腔调啊，有腔调、啊。你不是很小资吗？嗯，对不对？你最后靠两个棒子啊，还有什么的什么康熙大帝，我操！你他妈“康熙大帝”这个词是可以灌到棒子身上的吗？那是我们中国的啊，清朝、你不管是满族也好，他是我们中国人呢、啊。清朝皇帝啊，满族也中国人啊，那个捧个棒子叫欧巴，我操！啊，换过去，换过去啊。那以后是不是我看到老周要叫欧巴迪，看到阿丽家要叫阿玛尼？啊，这就是双标呀，啊、对不对？叫双标。老张，你们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呢？那是不是明年，如果你们今年是这么光彩，靠两个棒子到最后保级了，还能拿个足协杯冠军、啊？那我建议今年年底，你们把、你申花，什么叫申花？是深沉之花，嗯，对不对？对我们都大平时都深沉之花、都平时都这么来形容的。啊、那我建议你今年年底，你改成叫你的球队名称改成叫上海绿地。金达莱足球俱乐部，上海绿地，不要叫申花了，叫这靠谱了吧？金达莱，对，这靠谱了吗？你不是深沉之花，你是棒子之花啊！康熙大帝，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地狱人家抹黑人家，你去地狱人家干什么？说人家干嘛？有必要吗？你这样说人家，对吧？啊！所以我就觉得很没意思。以前呢，他们都喜欢索宁嘎，讲那个国安们是绿毛龟啊，说那个绿城们是小绿毛啊，然后自己最后也变成绿的了。对啊，你以前去污蔑他的，
他的情况是什么呢？就反正出了上海全是 YP， 然后呢自己呢拼了命往关外拱，关啊，弄的球员嘛都东北人，嗯啊，现在嘛又够，再东北人还不够，再往东北，棒子韩国人，韩国人过来，人家大连拼了命往关内拱，都说自己不是东北人。哦，对，山东省大连市啊，人家拼了命往东北拱，哎呀，我真是搞不懂了。然后呢，对吧？当然南边的话，他基本上他说谁都是 YP， 他不说广东人 YP。嗯。哎，猴子不是啊，他不说，他不说广东人是 YP 啊，他从来不说，哦，他从来不说恒大什么 YP，哦，他这个不说的，因为啥，哦？被打服了，被打服了啊，哦，一直输的，被打服了啊，哦，被打服，老六不起，老六不起，哦，这地方别停，哎，那自家，那自家主场夹不人家，别停，哎，那个康桥基地夹不人家啊，他要栽赃在我头上，说什么赢不了恒大是上海的，申花赢不了恒大就是上海的耻辱，我操！不要，我不认为你是上海的耻辱，但你这命里就赢不了恒大。那个给你个三年五年，你都赢不了。这个倒是。你什么时候再赢一场给我看看？赢恒大还是要靠我们啊！对，天和对不对？啊，这个不行。这两天，反正这个就说完，对对讲完了，哎，照此结束。我也有夸申花好的地方，对吧？对，也有攻击申花的地方，我承认，对吧？最大的攻击就是改名为上海绿地金达莱足球俱乐部，我觉得挺靠谱，因为你们这么喜欢棒子啊。然后后面加一句，我今天也地狱一下。然后最后不好意思啊，这个 啊如果有啊，这个对吧？如果有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球迷啊，有斯密达的啊，斯密达，你应该这样说，上海小土豆。李光荣，对吧？跟你说声 sorry， 对不对？ sorry， 不是冲你来的啊。不是，三哥，我提个建议，把我们前面一期、前面上次讲过的节目连起来啊，叫上海绿地金达莱足球俱乐部，嗯，上海只有申花队，这就通了啊，这就通了。不是，好吧，马上就要到上海的耻辱了，他们跟那个恒大踢了。这个耻辱了，马上要耻辱了，是吧？哎呀，他客场要赢恒大，那我都不想到他，没想到他怎么去赢啊？啊，搞不懂。哎，嗯，好吧，这个是能赢，我帮你们鼓掌。这个攻击，我的这样的攻击升华，就是其实是一种反弹，是被你们他妈的 YP 叫的个反弹，对对对对对，太过分了，有点太过了啊！老是讲我们上港球迷是 YP， 如此狭隘的，包括我们上港球迷里面也有极少数也跟着他们相似，对对，也一天到晚他妈 YP，这个，不要去讲了，没意思，对吧？你现在我说实话，我们上海的精神就是海纳百川，嗯，这才是我们上海的精神。你没有必要去搞得那么的，就是把自己，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做的，哎，对吧？你没必要去。浦西全部是移民的，浦东是本地人，浦东全部是本地人，虹桥那边是本地人，对对对对对。我们哪里不是？我们身份证拿出来，祖籍都不是上海，只有德北北一北北。啊，浦东人，洪都来侠了，那个是上海。阿拉娘是正宗本地人啊，阿拉娘催熟啊。崔叔也不是上海人，崔叔老早是海。阿拉讲就是土著，土生土长，对对对吧？松江，我们往上三代，哪个是浦西岛？只要住浦西岛。黄道婆，搿是正宗的上海人。哎，老早浦东门啊，侪是海。最大的群体，搿种早了，搿种到什么宋朝、元朝了？不是，我跟你说，苏北人，我们特别是欧汉啊，世界，我随我到黄浦江旁边。一看那边的有那态度嘛，老早上海就是个小渔村呀，啊，户嘛，老早有神王庙。神王庙嘛，老早就是镇，就是神王庙，啊，神王庙，有个松江府，这个倒有的。归了神王庙。翔哥，我跟你讲啊，虹口足球场，嗯，住在那个附近的杨浦的虹口的，十个里面有八个是苏北人的后代。对呀，一面都有个红镇老家。不要讲红镇老家，红镇老家外面都是，我以前在那里住过的呀，全是苏北人的后代。对呀，这帮看球的，他父母都是苏北，都是苏北人，然后他们就苏北狗、苏北狗的叫，没意思，没这个没意思。你说有意思啊？对，好玩。自己嘛，自己老祖宗嘛，这何必呢？这个没意思。苏北狗，那我都母猪出来。啊，我如果我真的我是肯定说不出口。你为了一场，为了看个球，把他妈老祖宗都没。没必要。哎，虹口真的呀，虹口跟杨浦十个里面至少有八个。对对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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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是的。我跟你说，你去看。最出名的查嘎亮，对不啦？就是苏北人。全部，你包括老图也是呀。是了，包在那个。老图也是啊，对吧？啊，老图倒不骂苏北。不是，他当然不骂，他到岁数了，他不是这种人了。那是也有理性的，我们三个说了也有理性的，申花球迷有理性。小事你别是你老苏北。
万九零，万九零苏北人，每次你也苏北人，都苏北，上海半壁江山是苏北的，没意思，所以没意思，你去杨浦虹口啊，闸北都这样的地方，哪骂来骂去，最后是骂到自己头上，啊，我是干爷娘，我是干老祖宗啊，不是我是干爷娘来了，我都是上浙宝宁波人。浙江人，对对对，对吧？你那养的才是苏北人，不是养的上海，伊拉儿子养的上海，小人是养的上海。对对对，老大都在闽浙国啊，皇上最三代全是苏北人。啊，你不是莫是个养的吗？你这种人啊，这种啥个小人啊？对对对，伊拉有瓜啊，伊拉没有这种。那个话题就到此结束，对吧？反正三哥该喷啊喷过了。今天不是，今天为什么提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是引申到的，就是说，我说我们要耐心一点。嗯，还有十年，你的意思还有十年？啊、十年，那、啊、哦，那还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三哥只要不死，大家放心看我直播啊，我不收钱，十年不收钱 啊，我永远不收钱啊，永远不收钱。十年以后他也收不动了。能挣啊，三哥，侬要能好好给他干，钱收了也没地方花。今朝三哥爷爷要拿了我都硬起来了，搿是领头起了之后要硬起来了，搿领头起好腰硬了。哎。今年刚把心情是吧？哪能我这印度起好回来要硬？我们说一下印度美女好吧？印度有美女吗？有啊，有吗？哎呀，他们疯了！不，扯远了，扯远了。高种姓的，哎对，高种姓。等一下讲印度美女，我们把放在最后，放在节目最后讲。哎，又来了我的眼。最后来个彩蛋，最后来个彩蛋，对吧？印度美女到底灵不灵？我们先讲讲，还是讲足球？还是讲回来，好吧？啊，好，回到原啊本集啊，就是说。我们还在成长期，对对对，还有两个五年计划。我们球迷不能飘，俱乐部尤其也不能飘，更加是扎扎实实的，对，低调一点了。对，英凡蒂诺的来访，其实给了上港俱乐部一个非常高的高规格的一个待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对对对，这个荣誉啊，基本上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球迷群体里啊，我们的没有好像没有人多关注这个事情。申花球迷是肯定不敢提，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已经感。我朋友圈发了，我朋友圈发了 感觉到这个是个非常对我们整个俱乐部啊，我们如果是真的是要去做百年俱乐部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对对，就是足球领域最高级别的。那么，电闪雷鸣是不能停。哎呦，那原来是要干个绝活。对，不能停。为什么？很简单，英凡蒂诺为什么来访上俱乐部？很简单，为了我们浦东足球场。哦，要开世俱杯。要开世俱杯，这基本上已经定性了。已经定了，世俱杯就是在我们的浦东足球场。新球场。那么，这是我们的新主场。嗯。那如果上港在这世俱杯里边不能争得一席之地的话，那，哎呦，搿只米子落了结棍了。所以七方八旗就是2021年的世俱杯里向上港要赶一截，要不能停，要不能停，啊不是要不能停，电闪雷鸣不能停，我搞到了，老王还一个个说漏嘴，要不能停，什么要？谁要？原来是要不能停，啊这个要停，听起来是这个原因，要不能停啊，对吧？啊电闪雷鸣不能停。张明董事长，你有没有这个？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他是认识到的，他肯定知道，他肯定知道。这个水平比我们高、这个、高太多了。这个不是，这个懂的呀。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对对对。我们新落成的主场，啊，能够挣得了这个荣誉啊，在中国第一次举办世俱杯，放在我们的新球场。对。这个对上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对。而且我记得刘文超写了篇文章，就是双方还有一个约定啊，对不对？还有一个约定。那所以说很简单。所以这个东西，摆在眼门前的事情，对吧？我什么时候电闪雷鸣不能停？首先第一个，奥斯卡不能走，你续约，对吧？这个还不是，我还没叫你买人呢，先把老的原来的这个人不能走，核心这个人走了买不到了，我告诉你啊，再买像他这样的买不到啊，对吧？我今天必谈冠军啊，我知道今天大家看直播都是在想听三哥说我们到底还有多少希望可以拿冠军，我们到底呢，我不说就不说啊，没那么重要，先讲其他的啊，没有那么重要。嗯，知道吧？人是不要一天玩冠军，嗯，知道吧？你要看得远，嗯，对，你要看得远，要想想我们的浦东大球场，要想想英凡蒂诺的约定啊，和英凡蒂诺的约定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留的人就要留，对不对？嗯，为什么今天我会表扬石科？
对吧？嗯，这个以后再说，好吧？这个不能乱说，对不对？哎呦，三哥这个关子卖的厉害了，已经到嘴边了，话不，下次再说，不，解铃一下为分解，不，这个就是我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该续约的啊，该续约的要该花的代价要花的花的，该续约要续，该买的要买。对吧？该补强的要补强，补强啊，该花钱要花钱。对，你说不花挖钱，你妈那种你挖钱能挖出个世俱杯吗？蛮难的，不行的，还是要靠买啊，投入啊，对，嗯，我知道他续约了，所以我表扬他了嘛。嗯，没续约之前我就困嘛，真的，哎，我的路数是三哥，你这个路子，我的路数是很清晰的，没续约要喷啊，续约了就开始捧啊，自己球员嘛，我都说了嘛，自己球员嘛，对不对？那我认为像他们这些球员都会续约的啊，都会续约，对，就要续约，没有，因为你认为都会续约？等一下，你这个话不能说。石科不是奥斯卡肯定会续约吗？啊，我不是，我说国内球员，我不是说国内球员好一点，对吧？基本上我觉得东亚帮的呢，基本上没问题，就是不是东亚帮的有点问题的，对，但是还续约。东亚是一个都不会走啊，这个是方不是石科不是东亚系的啊，你要记住啊，对，不是啊，就石科嘛啊，就石科吗？对，贺冠是东亚，那个石科不是。就石科吧，石科是买过来的嘛？还要买一个杨博宇，杨博宇走了。还有那个不是东南西的，那个于海啊，于海嘛，岁数到了，啊，于海我估计他在踢不会走，他也没必要，没必要走。他最后一，我跟你说，只要在上海，如果踢的能立足的，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对，也魏征不是，对魏征不是，但是魏征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对吧？哎，已经魏征今年不存在，而且踏踏实实的在上港踢。魏征今年不是，国奥也踢上了。他已经这个已经安心了，他已经走上正路了，就不会有。对，你看，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比赛看，为什么我们能够啊非常整场比赛波澜不惊3-0，咔，很轻松，就有一个进球，为什么？其他没有啊？国内球员班底你比不上啊，你大连也舍得花钱，我承认的，对不对？对，卡拉斯科对吧？这个隆东，这个都是啊，都顶级的也是，国内球员差距出来，国内球员差距。守门员也有差距，国内球员他能够，我能，你边后卫能够拿一个出来。杨善平不在，别，这也有，我都拿个王胜超来，你们来，对，王胜超，王胜超就一个王胜超，就是你们谁跟王胜超能比得过？李帅吗？李帅的差的，将来或许能超过，现在不行，李帅现在肯定不行。这些都是要比经验，打个什么？你不能说技术上有多大差距，经验太重要。打个菲律宾，你看都打成这样。王胜超虽然看上去归中规中矩，哎，就是屌。嗯，就需要这种中规。今天我倒有一个镜头，我记得很清楚，对方反击，哇，这个王胜超飞速的回来啊，补防啊，我没想到他速度那么快，比外援还快。王胜超球是稳，我以前看他球我也不爽的，嗯，那怎么又老是爽？后来知道了啊，知道什么了？我们球队啊，防守很好，就是靠他们稳，啊，稳定发挥稳定，啊，就是稳呀。对，你看我们今天就算跌跌撞撞，我们其实失球很少的，很少有输两个球。对，什么输两个球、三个球，就跟恒大那个，我们有了输两个。对，就恒大那个嘛，恒大没办法，对吧？对，这个毕竟是顶级。对，你想，我今天2-0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这个球不用看了，我们说这种队啊，我们2-0了，他能再把我们扳回来的是不太可能的。对，你如果恒大那有可能，这种队不根本不可能。我们到中国国际球员整体水平的确是低。嗯、啊，尤其到现在这一批的话，的确是比较低。但是，嗯、我们就说阿根刚刚哪天低，用最难听的话，阿兹里向巴掌子，对吧？那么什么样的国内球员是好的国内球员？嗯、很简单，一个人可以胜任，他可以胜任多个位置。这种球员在国内就是宝贝了。对，万金油啊，孙超，比如说，对吧？我随便说说，于大宝。啊，大宝也是。对吧？对，是不是？于大宝好吗？好的，于大宝。于大宝们算国安队长了，前锋也能踢啊，后卫也能踢啊，这个算队长了。没几个，我告诉你，屈指可数。嗯，那我们王胜超是一个吧？嗯，左边也能踢，右边也能踢，中场也能踢，后腰也能踢，对，后卫也能踢，中后卫也能踢，于海也能踢，于海像岁数大，万金油，于海也算一个。对，全能来说的话，于海比王胜超还是要差一些，对啊，于海也他只是左啊，是边路的位置都可以啊，他只能溜边啊，只能溜边啊，嗯嗯
对，我们上港的国内球员底子还是蛮底子不错的，底子不错，尤其是跟宝一七这一批，对，这个就是在国内聪明无虎，聪明无虎，这个这是笑傲江湖的，嗯嗯嗯，对吧？如果说这都进过国家队啊，都进过国家队，是吧？啊，嗯，都进过国家队，所以啊，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是赢在国内球员身上。对吧？大连比的话，你肯定的。大连外援班底不差的。但今天他们卡拉斯科不在，其实卡拉斯科在，我们不能保证不失球。就他们进攻上还是有一定的威胁。他们的进攻就是要靠卡拉斯科的一个人出。他们卡拉斯科在，在八万人要赢上港也是难的。难的。我说就是他们可能会进球，他就是差就差在国内球员。对，他就差在国内球员。同样，申花也是，申花现在的外援差国内球员。申花现在外援的班底也不差的，对吧？伊哈洛。非洲最佳射手，这差在哪里啊？嗯，对吧？萨拉维，萨拉维，对不对？小法王啊，小法老，对吧？法老啊，莫雷诺我就不说了，对吧？那其实非常实用的一个球员，对对对吧？那还有一个棒子，棒子是进球比较靠谱。那正常来说，就像我们在上港的结构里啊，亚外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啊，对对对。那他是现在把这个棒子啊，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了，好像他们胜负靠他来决定啊，其实不然啊，怪不得输了，老是把这个宝压在棒子身上，其实他还是这个我要说一下曹指导，曹指导最近发挥牛逼的，哪个曹指导？棒子进球的功劳嘛，曹指导占大臂将，曹指导都不知道，曹尼斯塔啊，曹指导最近好的。传得准，自从周军回来以后，传得准，传得准。没有他，体能也上去了。他呢？啊，他那个那两，他步率快，知道吧？嗯嗯。他不像其他国内球员，他过人，他这个实力还在，实力还在。他在边路，他现在内切了，他切到中间来了。嗯嗯。但他除了体力不好，他这个人是厉害的。嗯嗯。我以前觉得他，不行。不行，但我现在看下来是行的，还是可以，只不过体力不行。他不能不是现在不是有球迷说可以进国家队了吗？怎么里皮不招他？招他有什么用啊？他不能往返，我们又不是打攻势足球啊，我们是防守。我们防反的要来回跑的，跑不动，呵呵，这不行啊！你让他两队大家打弱队差不多的水平的话，他可以的。对，但是也踢不了全场的，啊、踢不了全场的呀。曹云定。是具备了国家队的对他技术绝对实力啊！我他也进过国家队，我是一直蛮推崇他的。嗯，我不会像这个申花球迷去骂他，说什么他逼抽抽的啥的。我觉得这个人家的私生活，对不对？那是吧？能够挂脱的，别人我们上港球迷倒比较推崇曹云定。对啊，挂不得你刚说曹云定那两球要发虎了啊！那最高我啊，马上那弄啊，弄他。来，左边跑过来，左边跑过来，要光过来。曹云定唯一是一个球员踢球，球好就行了，对，对不对？其他的都是小节。嗯，当然了，你如果说是品学兼优，像吴磊那样，那是更好了，更好了，对吧？但是你，但是也不能十全十美。那你也有像 C 罗那样的 ，C 罗，对不对？只有 C 罗啥特别苦了。我跟你说啊，没胡说。申花球迷，不是像那比说说嘛？跟你刚说好进球呀，你要老六啊？谁会指责他了？谁会指责 C 罗了？没人讲，你球好就行了呀。对，我跟你说，但是啊，曹云就是怎么说呢？我看曹云定啊，他是唯一一个踢球像外援的球员。嗯嗯嗯，曹云定蛮厉害的，就唯一一个全中国北京水说是跟包北洋似的，跟包北洋似的。我觉得他踢球唯一一个像外援。没，踢球最像外援的是吴磊。啊，吴磊，我们讲的吴磊啊，要分的，那必须的，那必须的。我们先要分一下啊，吴磊是像什么？嗯，吴磊跟曹云定是两种，两种，完全两种类型。吴磊是什么？就像那种，我觉得吴磊是不，其实他到西班牙，我觉得他不太会成功。我刚开始那种，因为我觉得他是适合踢这种像英超，就像曼联、德甲，嗯，这种球队他比较适合，因为他是讲究。一下子的，正好请三哥也点评一下，因为最近吴磊也首发欧联赛，好像据说是上表现只拿了一次球是吧？只有一次机会，好像也是表现平平，六十分钟换下来了。他不靠球权。你觉得，现在在这个
这个主教练下课以后又换了一个主帅，但是为什么胡磊在这个队里好像还是显得就是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你觉得问题在哪里？我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多次谈我们直播经常会说到吴磊。吴磊啊，因为刚刚讲到吴磊了嘛。但是今天呢、啊、我倒不太愿意说。诶，为什么？因为呢、啊、我觉得呢我旁边做了个权威。哦，所以呢就哎我们请二姐来说两句，因为他是吴磊的铁粉。嗯啊，不是一般的粉。嗯，铁粉。嗯，那 不仅是铁粉，而且他跟吴磊私交也非常。嗯这个我也很想听二姐来点评一下自己的那个心爱的那个，对吧？吴磊嘛，我不用，我们都心爱的。上港球迷，西班牙人跟莱翁特啊，开始了吗？11点这场比赛，现在是1-0，西班牙1-0。哎呦，总算领先了。吴磊首发了吗？吴磊首发，谁进的？谁进的？贝纳杜啊。啊，哎呦，那总算赢球了。这个再不赢要降级了吧，三哥？有没有降级的危险？嗯，西班牙人。反正呢，我觉得呢，西班牙人就算降级了，哦、这里说替补吗？吴磊上不了替补啊，替补啊啊，没有首发，哎呀，吴磊还是他有个轮换，倒也不是说他是一场一场换，啊、对，吴磊在西班牙球队呢，其实不是很好踢的，因为西班牙讲究是倒传的，知道吧？啊，传控，传控足球，吴磊没什么用，我跟你说。再简单点说，西班牙的足球非常的灵巧，而吴磊的特点就是灵巧。嗯，你们领球绑着领球拉4-5人，那你怎么可能？你怎么过啊？没，那很难，很难。你要在一堆领球的人当中，你要脱颖而出，领球很难，就难了。嗯，对吧？那但是呢，这不必担心，为什么呢？如果混不下去的话呢？前两天，奥克斯堡对拜仁主场，旁边的广告牌，电子广告牌用中文打出来，欢迎吴磊啊，五球王，来德甲，干拜仁。奥克斯堡向他申诉了橄榄枝啊！我说了嘛，德甲英超这种球队其实蛮因为德甲他比较直接，对啊，讲究速度啊，讲究他比较直接，他们出球很简单的，不会去为了什么兜个圈子啊再把球传出去啊。那你认为如果很少的西班牙人不行的话，就去德甲也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奥克斯堡的这个老板都说了嘛，他说我们其实我们早就关注，早就关注。当初德甲是哪个来找他的啊？不要慌，来让我们这个再运作一下，有没有机会？啊、我也可以去德国，不回上港，继续德国发展。那、啊、就在外面，蛮好。因为什么？嗯，它是我们的一块牌子。嗯，对，上港的一个招牌。啊，出去混了一年再回来，本家岗啊，就没成功，啊、是吧？啊、我们上港球迷不要太自私。对啊，吴磊就在外面。我觉得现在今年踢到这个份上，我倒觉得吴磊真的回来也没这个必要性，没必要，对吧？我们现在打的也蛮好，你看今天这个打的蛮好，就是、啊、既然是走掉了，走也都走了。他如果今天不走，这个冠军麻麻的啊，有没有打？麻麻麻的，放在袋里啊！你这么自信啊？哎呦，这个废话，不要讲这个呀！今天吴磊不走的话，我们还会为了什么的？要不要去广州啊？他妈的，老孟也要讲他妈要钞票到没？就已经还会说早就夺冠了，他妈早就他妈提前3轮4轮就夺冠了。哎，这一口了，这一口啊，这么稳啊？为啥老来？二老来的时候，二老只是没啊，饼了，饼了好几场，对，搿一口了嘛？少进多少球啊？今年吴磊每年稳定的进20球以上，20几个总有啊。阿拉四场平局至少2场不要被，对吧？这个谁啊？说我以前不让吴磊走的啊？你这你看我直播吗？搞错了吧？哎，上上过交流一下，交流一下。跟您讲一讲，我以前不让吴磊走。我说那不让吴磊走的球迷也很多的，因为毕竟大家都自私的嘛。喜欢的，那自私你知道，我爱的我喜欢的为我自己球队，这有我。打从有我们有直播开始，没有我从来没听说三哥说不让吴磊。我2点：第一，坚决走；第二，走了别回来。这就是我一贯的观点。对，其实我也希望他走，就是去一，不要去三流的，我让他最好是去那个，还是五大联赛、德甲、英超这种。西班牙其实我不是，我说他为什么去西班牙？他最早是狼队叫他去的，狼队的老板就因为受伤了吗？不是受伤。英国要劳工证的，你必须在欧洲其他国家踢过，踢过，踢过磨练一段时间，他直接可以引进。抓过，
的确是说过，因为那个时候正好在谈的时候，包括很简单，到东亚八番我贴子一月一号，2019年元旦献词，我写的那篇，嗯，我就是表达了这个观点，因为那个时候事情没定，知道吧？嗯，一月一号，我说那时候还没定，我说上岗。2019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维稳。其实我就是在说吴磊。目标就是啊，他一定会去。对对对，帮我这个。他西班牙明年肯定不会再待在西班牙。你当时认为要维稳？维稳就是什么？不能走。我是说，我那篇帖子写得很长，我说表达这个观点，一定要什么？嗯，一定要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对 对, 对，其实我就那个时候就是在说吴磊，也没说别人，知道吧？对对对对对。那那个时候我已经预料到了，吴磊一旦走的话，这个打击太大了。但是后来官宣了，要走了，怎么办？也只能走了。走了就好好走。既然走了啊，就好好踢啊。哎，结果我觉得也踢得蛮好啊啊。既然走了就好好走，对吧？嗯。啊，没关系，没关系。吴磊走，我们得看到了，对我们有打击，但这个打击还好。嗯嗯嗯。可接受，可接受，就是我们依然是，至少是有竞争力的，对冠军是有竞争力。不败人品啊，不说冠军啊，就是还在争冠吧，竞争力，有这个竞争力，对不对？啊，至少在前三甲没掉队吧？嗯，三哥啊，今年在前三甲没掉队啊？啊，对啊，啊还能亚冠区吧？一直保持在亚冠区，对吧？不容易。嗯，那你今年走个吴磊，明年再走个奥斯卡，那就不行了。啊，不是奥斯卡续约。奥斯卡必须续中场，一随便什么东西，发动机不能动啊，那个是发动机。奥斯卡必须续约，嗯，奥斯卡厉害了，真的不能走。走了，走了以后，奥斯卡这种人找不到了。我们以后前三就很困难了。哎，真的很困难。奥斯卡这个厉害。上次不是有球迷帮你想的吗？再换一个谁？找不到了，我跟你说，对不对？不是有个球迷想出来有一个人，但是。被他们马上拿过去说我们要买谁的啊不是你想买就买得到对啊是啊、哎、奥斯卡这种德布劳内吗哦对就是那天我们在讨论、啊、哪个能代替他、啊、然后我们说了一个名字然后那个老头直播就说了哎三哥说要买德布劳内、啊、我们怎么说是买我们说谁能代替他顶替他、嗯、就哪些人可以顶替他这个位置没说要买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买不来啊是想要买谁我还想买梅西的我告诉你恒大出多少钱请莫尼尼奥你知道吧莫尼尼奥就不来钉钉这不是啊钉钉也不是钱的问题在某个层次上面就不是钱的问题就人家不缺你这个钱你知道他请莫尼尼奥一年啊2.5亿人民币人家不来徐佳莹请他人家不来、啊、在广州谈了嘛3000万欧啊一年啊他最高在他是世界上前三的拿2000多万，那给他那么多钱，他干嘛不来呢？这种层次的人，他不来、啊，只是个数字的。啊、哦，他对钱没感觉了。你现在给马云100亿，马云有什么感觉啊？100亿，这要敏捷，妈多添个零，对他来说也没意思。花都花不掉，有完有没的，反正有完光。哎，纸张。他这个层次的人就不是钱。后来穆里尼奥去做一个什么节目的什么主持去了。教练都没一直在 BBC 里面做啊，做节目主持，他自己都哭了。他说：“我还是怀念我还是欧，他一定要想在英超再证明自己一下。啊”对，但是他问题是要找到这样合适的机会 对，中超他不会来的呀，他不会来，不是钱的问题的。那你不要说一定英超，如果说那个德甲、法甲，哪怕就是这种五大联赛的，请他，只要钱到位，他会去的。我们中超算什么了？曼联请他的是2500欧啊，2500英镑大概。2500万啊，2500万。他许家印出到3000多，他不来啊。哎、啊，三哥，刚刚我看有球迷留言，有个消息，说斯科拉里团队已经到广州了。啊，他这个会了，这个穷鬼会了。已经到了，已经到广州了。这得了呀！啊，是不是有这个消息？可以的，老这这个老大爷厉害的。他们是穷鬼，他们不管了，只要有钱。这边有20000多个球迷，能不能证实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是不是在广州？斯科拉里的团队已经来了。啊。那么是准备接？接手也是明年的事。好、哦，今年不会接。今年不会。啊、哦，准备接了。首先，卡拉瓦罗的那个违约金3600万怎么付？嗯，3600万欧啊。他一共是签了还三年。嗯。他一年1200呀。就是欧元了。欧元。那也不算，那也不多呀，就几个亿啊。怎么付啊？
付呀。你要怎么付？是支票还是现金？不是，许老板钱不想付这个钱。许家印现在等什么机会是吧？等卡罗的网络啊，自己提出来，许家印付个1000万 ，OK， 大家开心。他就等他提，他不会捐这点钱吧？不会再说呀。不是，他不会捐这几千万欧元吧？能省下来也是省下来的。你听我说，他应该不是这种人吧？不。这个钱肯定是用了的，他现在不是很有钱，他一屁股债了。许家印这个钱反正银行贷款无所谓。许家印一屁股债，债是债啊，他都是银行借给他的。他无所谓的，他无所谓。他已经无所谓了。小看许家印，他无所谓，我告诉你，就不会请卡罗瓦罗，这个最好的现实的东西了。他请卡罗瓦罗是因为脸皮啊，这个都是假的。他也心里明白了，他便宜，他听话，两个原因，一个是听话，一个便宜，知道吧？但是他也可能是高估自己。不是，老彭是怎么样觉得双狗冠嘛？1200万也不便宜啊，欧元。他请那个斯科拉里要2000万了，2000万最起码。你比不就2000万？啊，他请斯科拉里还要高了。很简单，你这个问题看的不对的，就是说我告诉你，其实这个是什么一个逻辑？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啊，许老板一定要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嗯，他不是为了恒大，哦，他是为了中国足球，国集训队规划，嗯，他是为了中国足球，嗯，当然了，嗯，更重要的是让啊，嗯，领导们知道，哎，啊，领导们知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绑定里皮，请里皮不就是为了中国足球吗？他出钱，对，他来出钱，对。对，这个是的，嗯，这三部曲，先请里皮出高价，嗯，把里皮请到恒大，嗯，再贡献给大家啊，这个宾主啊握手言欢以后开始磨合，磨合好了以后没问题的，基本上里皮也认可了，嗯，你这个老板我认，嗯，好 ，OK 了，你认我对吧？好，来，我先把你送给啊，我国家队进贡，上贡给国家队，国家队，嗯，对吧？钱不上你的。嗯，那么你就说你的徒弟我也帮你安排，啊，我这边有一个让他来做，卡纳瓦罗，卡纳瓦罗小朋友啊，让他来练练一练，不行，你不行啊，赶去前线，啊，里皮也走了啊，卡纳瓦罗只要是听话，到前线去当主教练了啊，请了斯科拉里，前线当的不错，哎，带到亚冠啊，真不错，嗯，对不对？嗯，然后里皮说怎么样？他妈是你没用好吧？不是我的人不行，你没用，这样请回来。再捞回来啊！请回来一用，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嗯，还不行。那反正，但是现在没办法，已经因为里皮卡纳瓦罗他是，一根绳子的师徒关系嘛，等于，反正你请了师傅就要有徒弟，啊，一串啊，要不然师傅也不来，嗯，啊，尤其在这个当口，对不对？嗯嗯，要这个要2022世界杯，对吧？嗯，在这个当口下，那可能我相信，嗯，又是集训队，啊，我相信，嗯。许老板团队也到全世界去搜索一遍，嗯，那骂人家不来，嗯，好的不来，要么就是三，啊，也差不多了。你因为你弄尴尬了，是吧？你把里皮请过后啊，你后面的你再来谁？总要跟他比他好吧，或者是跟他差不多吧？不得请吴金贵，这么没道理的。嗯，那你背的包袱太大了，崔康熙都轮不上啊，对不对？现在话有意思的，巴西媒体说斯科拉里这个次来中国是为了上岗，是不可能的。怎么？这造谣，这个造谣了，这个造谣了，这水军造谣了，不可能。这是巴西媒体说的，因为没道理不跟佩德拉续的呀。续，如果说佩德拉这么好的了，你换了哪有说他不好的？评的时候就说他不好，现在没有说他好，很多球迷都是这样。上岗会做这种事，但是俱乐部不会这样，会做这种俱乐部不会这样做。他如果今年我问你，我就假如说啊，我们最后拿了个冠军，假如啊。你说可能不去吗？如果就算没拿到冠军，拿了个第二名，在这种情况下拿了个第二名，也很外援不是他决定选的，阿尔克森不是他买的，是那个阿尔克森来的啊，对吧？阿尔克森不是他赶走的，嗯，最后你这个成绩，对，吴磊也不是他要求走的，你说你不续约他，干嘛？你请个谁？你请谁？你请谁？肯定不续。你请谁呢？肯定不续。不是说你续不续，人家要脸，人家不会答应。哦，因为他说过一句，我今年如果拿不到冠军，拿不到冠军啊，哦，这个，但是那么，但是他拿了以后呢？如果他拿了以后，拿了以后我们正就是正常。所以在目前争冠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把斯科拉里叫过来。拿了以后也大概率会走，因为他的原话是今年拿不到亚冠冠军。
明白吗？要求那么高啊？他原话呀，我不是不管他要求高不高嘛。这两年你就要马上拿亚冠冠军，我觉得这个有点要求高了。他说的很清楚的呀，我们今年的之前他就说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亚冠冠军啊、嗯。那到最后一场的之前他说，那我觉得俱乐部应该挽留一下吧。可以挽留啊，人家要脸，人家不呆呀、啊。但拿一个冠军是可以的。哎，那么没有。现在你们搞清楚这个逻辑，就是说不是说我们俱乐部不要他，我知道，但是大家有台阶的呀。啊、虽然他说他虽然亚冠冠军没拿到，但是我帮你争取了个中超冠军，这个分量不比亚冠。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对，那他也自己有台阶了，而且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这样我挽留你，你也有东西可以挽留。那问题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中超冠军拿好了吗？没有呀，所以说，而且但是他还没放弃啊，佩雷拉还是想争呢、啊。他在打工嘛，他当然不能放弃。对呀、啊。这对他来说是份职业啊。对啊，那我觉得他既然还是很用心的在争，那这个时候放消息出来说斯科拉里要来接他班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扰乱我们军心呢？那实事求是说，我先不说这个是斯科拉里的事情是不是谣言，有一点是很确定的，如果佩雷拉走的话，剩下的几乎全放眼全世界人选少之又少，穆里尼奥是一个，不可能，斯科拉里是一个。不是，现在你还能请谁？还有那个国安的什么斯密特帮帮忙。哎，斯密特可以的，不是说可以。我跟你说，现在巴西的媒体是这样分析的，他说了，对了，佩雷拉关键的问题是佩雷拉他说过一次，我拿不到冠军主动下课，这是前提，他说过这个话。第二个，9月3号巴西的帕拉梅斯解雇了斯科拉里，他直接就到派团队到中国了，很有可能上岗在等，如果拿不到这个冠军，就像说的，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老胡，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可以不可以，那我觉得是，你不要目前来看接卡纳瓦罗概率，我告诉你，不要说斯密特行还是不行，不，那你再换，我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名气响一点的，嗯、好吧，温格，好吧，嗯，温格、嗯、啊，退休了，够厉害了吧，对不对？嗯，行吗？不行，而且上港喜欢做这个事，绝对不如斯科拉里，成功的上港请的主教练一定要镇得住胡尔克，就这么简单。就是、从成功的俱乐部拿过来、哦，上港喜欢做这个事，那很有可能的，要压得住胡尔克，压不住胡尔克的，你请那白请，你再有名也没用。三哥说的对，一定要压得住斯科这个号。世界上有几个人请压得住的？我都跟你们给盘点过了，布里尼奥是一个，要压得住斯科拉里是一个，奥斯卡也要压得住，也要压得住。奥斯卡好一点，奥斯卡没有那么，他不是那么。还有一个，我们上港喜欢做这个事，从冠军手里拿东西，孔卡、艾克森。啊，对，这个是很现实，就是我们现在自己用的好的，他就喜欢拿这个东西。我们去年是冠军了，那我们他最早的时候，我们上个那个水果羊在的时候，他就从恒大挖这个人，不是，他很有可能这个逻辑就很简单，上港请主教练很难请，是浩克在，你一定要找一个要压得住的，就是浩克服的主教练。甚至要不然你请来，巴西媒体这样分析有点道理，但是斯科拉里脾气很不好。钱一上去嘛，就巴西人要钱，脾气不好有什么用啊？浩克哭到一个队友啊，浩克听野物，浩克听野物啊！世界杯是他带着浩克去打的，不爱听野物。斯卡佩执教练啊，国家队执教练。对巴西的这种球员来说，一辈子的梦想就是进巴西国家队踢世界杯，等于是沃尔克实现这梦想是斯卡拉里给他的，等于斯卡拉里选你，对吧？啊，他们唯一一听野物，巴西人才太多了，这个奥斯卡是恩师，等于是他恩师，奥斯卡恩师两个字绝对用得上，嗯，绝对套得上。你就想上港买的人为什么要找奥斯卡跟浩克搭？他们原来国家队搭过的，嗯，这个都联系的起来的，就像那个佩雷拉前一轮，那个埃里克森，不是埃里克森，啊，博阿斯，啊，博阿斯也是。也是教头呀，奥斯卡好像跟谁都可以的。奥斯卡还是比较温和。阿瑙这个球啊，哎，打得多好啊！就是他们在可能在英超就这么踢的。英伦范啊，这就是英超的球呀、啊。英超对。轻轻手 pass 来 pass 轻轻手 pass 啊 pass 老、哎、观赏性很强。这后卫就完全是在那呆若木鸡，没有眼神防守，这样眼神防守是吧？比较微差呀。嗯，比较额差。那这个有了才能朱晨杰、蒋胜龙。我们再反过说，这个球没有用。如果你是斯科拉里，他传了呀，他不射呀。哎，你全员到上港不会到恒大，因为现在的恒大根本就扶不起来了。那明年不是不好说。他根本扶不起来了。这球只不过是小朱跟小蒋，这球是防住了，防住了，不一定的啊啊，根宝石，他们是靠传球而传进去的，申花的不是靠个人希望之光。
然后他吃你，开始捧了吃了啊！现在我不说你，我是拿根宝摆在前头，我说现在等佩雷拉能不能为我们再拿一个冠军？再等，如果他拿不到，斯科拉里绝对顶上去。这个逻辑是对得起来的。那如果拿到呢？拿到了再说，再谈，再看你佩雷拉想不想做，再谈啊，肯定要谈。因为佩雷拉他之前公开说过一句话：拿不到冠军，主动下课。这个东西他不能赖的。欧洲人啊，主动说的要脸，欧洲要脸，要脸的，要脸的。这个绝对的，这个话一讲，把自己都逼上绝路了啊！不留后路。三哥现在说了多少？我们今年的俱乐部就是亚冠，亚冠没拿到，心里很疼的，很伤的。明年再拿吧啊！那给佩雷拉签个新合同，定指标，组合也是必须要拿到亚冠嘛？再给签一个嘛，大合同嘛，可以吧？不一定大钱嘛，老狐狸不一定肯的。不，火花说的对，这个呢，他原话呢，哎，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拿不到我就自己下课，他原话不是这个意思，翻译上是有点偏差。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也忘了，来你们来说一下。来，大家懂那个葡萄牙语的来，兄弟们，他那个原话怎么说的？佩雷拉原话怎么说的？原话我是看到过有一篇注解的。来原文怎么说的？来，好像刘文超写过一篇东西。我们这里21000个球迷来。原话是说，我来做教练是来拿冠军的啊！原话就是我来就是为了拿亚冠的，不拿冠军，没说是亚洲冠军，好像是有这样话。反正就是说，他说我来拿、啊、是拿冠军的。那么当时呢是这样的，就他认为输给山东以后，联赛的冠军是肯定没希望了啊。那么唯一的就是亚冠，所以他认为是。可能人家解读他就是没拿到冠军就那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刚才但现在联赛又有机会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刚才的讨论啊，其实就很简单两层意思第一个佩雷拉其实是可以留的对这个主教练是可以的对对不对对比较务实啊然后呢战术这个防守有一套进攻嘛稍微差点对吧我是就是说还有一点最好的就是他会改调整自己就一旦遇到问题会及时的调整对变化情商也不错啊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事情对不对花边新闻、啊、对不花边新闻跟上面他的原话啊佩雷拉是输给山东以后的原话啊他说我们需要赢得冠军这是我的动力所在如果无法赢球我宁愿不留在中国这是原话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也没说死一定是不拿亚冠我要回我直接把它就翻译过直接的话就是说我拿不到冠军我就不做了他说我宁愿不留在中国如果无法赢球我宁愿不留在中国那么现在问题是他这三个冠军里面还有一个有希望呀你不能说是吧这个话是这个因为翻成中文中文的意思就中文的含义是比较博大的就是一句话有多重理解表达大部分情况下是表达一种情绪我认为他这段话只是表达了一种情绪对，希望赢、啊、赢普和，他就是告诉你我有自信了、啊、赢普和懂吗？对，他说我有这个信心，虽然没有好客，我还要赢普和。他是说他的表达是，不是我有这个信心，这个球队是可以拿冠军的。山东刚才说的亚冠是说了有逻辑上面的道理的，因为山东已经他这个记者采访是亚足联的官员采访他，他在亚足联的新闻上说了这个话。那么我们中国的做国内的记者在猜。他指的这个冠军到底是亚冠还是中超冠军啊？变成了一个疑问。你一个人说是说话，你不能去扣字眼，知道吧？你要上下文要连起来、哎。你就听懂他的意思，对不对？比如说有申花球迷说，他说：“上哪拿上港赢全北，我吃五，对吧？”这个这个不是这个要吃五，不是这个要吃，不这个吃五。他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表达一种情绪，不可能的、啊。就像我吃五是不可能的啊，吃五哪能可能？对吧？就是拿刀拿赢，然后到客场去赢那个什么能全北翻盘过全面那个翻盘也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吃五那，但是这个逻辑呢，现在在什么地方？他是对了亚足联的记者采访，那就说专访。他说我无法赢得冠军的话，我情愿不愿意留在中国。那就说明那人家就直接把它挂钩到亚冠冠军上、啊、他是表达一种情绪对对对就是一种决心一定要拿冠军这种决心、决心对不对这不是承诺什么不拿亚冠他没有说、if I cannot get the AFC champion 他现在问题是他采访对象是亚足联专访这个对象让人家联想到亚冠了那这个翻译呢就是葡萄牙语和中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不对？这说明佩雷拉情商高，
他为自己的后路留了一个说话留了一个后路。对对，到时候说我并没有指哪一个冠军，对吧？中超拿到了，啊、也有可能这样。我不展开了，反正意思都是这样、嗯。第一个意思，佩雷拉完全可以留，对吧？这是第一层意思。嗯、第二层意思，如果留不住的话，斯拉里是个非常好的，斯科拉里是个非常好的人选。我们对吧？这两层意思都在。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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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三个这个总结、啊、全有了，全有了。为什么斯科拉里九月三号他不做了？他就是等这个，肯定我们有人跟他联系的，等这个机会。你九月三号我们看不到中超的希望了。那个时候没看到希望，中超是已经掉队了，已经掉队了呀。我们留后手跟他对对对跟他去谈、嗯，很有的可能的。对对对，定金先付好，不行你来。斯科拉里，但没想到恒大掉链子。啊，对对，我来这么说，我们不展开啊，我就说斯科拉里来做上港主教练，我是可以接受的。嗯，我先表达自己的。对，这我也能接受，我也能接受啊，蛮合适的。啊、而且他有中超冠军的经验，自如来法，有亚冠冠军的经验。他是那个紧箍咒，正好孙悟空。卡住了，而且他斯科拉里毕竟奥斯卡也不会走。斯科拉里跟佩雷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嗯、知道是什么？知道？我知道，嗯、防守主义，一球制胜啊！我们再说的简单点，务实，务实，你赢一个球就可以。你去看以前的恒大，斯科拉里不花哨，对，这是一次啊，斯科拉里赢一个球结束，不要跟我什么弄得来大举进攻，对，先把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个问题，我们要留住奥斯卡，只有斯科拉里来。能留住奥斯卡在我们上港再待一个一年、嗯、我绝对相信这个话。不那他拿冠军了，他斯科拉里跟他说，哎，帮帮忙、哎、我来做教练了，你再帮我出来一两年，那他肯定可能、啊、这个我绝对相信的、哎、关键是他在上港钱拿的要比回欧洲多，哎，你知道吧，他年轻，他是想到欧洲再发展一下。对对对，钱已经，我跟你说，钱到了一定程度了，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的。对啊，我再说的透彻点， 我也觉得老冯说的话我是认可，但是我再补充一点，双管齐下嘛，奥斯卡要留，一个是钱，一个是钱，主要是这个啊，对啊，还有个谁来做主教练，还有个谁来，这个是次要的，关键是钞票到位，钞票到位，晓得吧？投入也是刚三个刚投入，英凡蒂诺的承诺都要投入，他还你跟他签四年，再给你六千万，绝对 OK， 绝对 OK 了，一文一毛，绝对 OK， 没有，银行的那份子刚够啊，懂吗？那也消沉啊，啊，这个肯定拿不到，对吧？这个百分之一，你放到也不都老不用也不用，要钞票到位为止，不能也不用，关键要钞票到位，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像浩克说的，还有一个原因，就像浩克说的，他的家人孩子都喜欢上海，这个也是个很大的，这个是次要，这都是次要，不是很重要的，老婆不喜欢。卡拉斯科为什么要走离开大连，你知道吧？老婆不喜欢大连，直接就回去，天天在欧洲。卡拉斯科有的时候想他了，啊、腰硬了，就像三哥说腰硬了，找不到他。这个很重要了，卡拉斯科就想回去，你给、啊、再给钱我就回去了。海东话不要举个东西。没有，他说腰硬了呀，就像瓜林一样啊，瓜林也有这个问题，老是想。腰不能停，腰硬起来了怎么办？想跟老婆谈谈，对吧？老婆不在，在欧洲你怎么办？急也急死了。问他为什么不在，他说我不喜欢大连，明白的，不喜欢大连这个城市。我们呢，奥斯卡跟浩克的老婆小孩汤臣一品特别喜欢上海，汤臣一品住的不要太爽啊！奥斯卡天天在酒吧里玩，嗯、都是朋友，而且豪华，都是会所，碰不到球迷的，多开心啊！啊、嗯，这个很有讲究。对你，哎，我们将心比心，赚钱要赚的，要生活也要生活的。哎，你不是说光有钱，把你扔到那个内蒙古，哎、你会担心？哎，他也很喜欢上海，哎，他也很真的喜欢内蒙古老惨啊！哎，都是我在内蒙古，我要新疆，侬不要做背的，我就举着你是一个外地一个雄心傲视的地方。妈，如果做背的，来，啊，要不再过喷了，要不再过喷了，那直播播不下去了。这是做背的，我这里个啊，除了这里是一个雄心傲视的地方，侬什么侬，侬懂吗？侬懂吗？举其他地方，阿三大会侬懂吗？侬做背的，我讲到一点，侬来做背的，来。这个是啥个气氛啊？那弄到甘肃去了。阿拉善大会啥个气氛啊？拿到背头把三个，哎，侬举其他例子可以，侬不要举。我举的意思就啊，穷山恶水，反正是等了，你就不要去注解，不要注解了。贵州的，都又要地域化了，又要赶紧给他差了。现在中国发展也差不多，差不多，真的，侪发展了蛮好。三个，那包括我到重庆去，重庆现在发展老好。不过侬是，不过侬高阳，侬也不需要到内蒙古去，侬这腰始终硬不起来，真的。但又抽到我头了。我老婆不三个弄我，三个要啊，啊，抽我，好好好。直播有点难做了。
马了个对，刚刚出兵的，我不要紧，我是成都的，内蒙过来的。啊，那上海的生活对他南美人来讲，老开心的。我搿趟去北京啊，我把他交给北京的人啊，挂了讲他嘛。我只要哎，北京的说，我们只要一放假就去上海。我为什么去上海？上海比我们北京好，到上海有吃的东西又多。哎，谁是搿趟？搿倒是。哎，吃呢？北京没啥吃的嘛是。北京没吃，就是刷肉，他妈吃腻了，要烤鸭的。妈，伊拉有啊，但是老贵啊。老贵有了，好么子有了。好了，我的拉回来，好吧？还是刚刚那个。上海有啥好在做光了？那阿拉善，阿拉要不来噻，吃也不吃，阿拉就上海都算了，上海都算了。啊，马高头，骑马高头落下来，只腰就塌死了。三个人来噻，这腰停了还。三个人骑马吧？啊！哎呦呦，跌了高。哎呦！啊，侬不会啊？我到位呢，啊，侬位啊！我老一直等北京了是吧？一直有朋友来就带到埃面搭骑马啊，康熙大草原。高阳老的是老的，我讲个马高，伊讲个马完全不一样。真的，哦，侬老了，我讲不讲了是。起码要是分了，你搿只马结棍了。门三哥都记得来吧？三哥讲我记得死了好了。哎，董子，哎，我们这里二二姐在。偷笑，不要讲，接受，不太那个啊！听到我老奶奶了，那二姐了还一个，那平常我盯着我就叫个过来。三哥脸都红了，三哥脸都红，这个是被你搞了，我怎么讲这个？那我刚哦，接受，哎，还是讲外语的题，好吧？外语，赶我来，啊，我这又少了一条。好了，刚刚讲到就是讲斯科拉里是可以的，对吧？绝对可以。然后那个。奥斯卡也不能走，我觉得不要讨论，对吧？在群里这个不太好。我们讲回来，讲足球，不要讲那个斯卡的事情，因为现在是尘埃未定，去讲那个，而且也是巴西媒体，搞得大家妈的，对对对，说不定是斯卡莱里的经纪人故意放消息，哎，对吧？故意放消息，哎，可能等这个赛季结束再谈，啊，那我们本来意思是不是他要接那个卡纳瓦罗班了？那就接卡纳瓦罗吧，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配得他挺好。对吧？就跑了，配得他很好，蛮好，干嘛换？不换？对，我也认为他。我们挽留他可以吧？挽留他，我们球迷一起去挽留，可以了，不能走啊，没关系。这个呢，这个我倒是觉得呢，这个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啊。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呢，但凡是做足球主教练的，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下课。对，你再好也是下课，啊，早晚的啊。这个就是像温格干了。几十年了也没有，还有一种就是自己下课，自己我不干了，我换了，我跳槽了，有的就是说总归要走，就叫那个福克森对吧？我老了，我走了呀，退休对吧？总归会换。我们的主教练这个不是我们最后一个主教练，还会肯定的，还会有，但目前来说是比较适合我们，适合，但适合不一定。也不一定会真的会留下，对吧？我们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吴金贵很适合申花，他结果结局也很惨，有对不对？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你说崔康熙有什么本事比吴金贵好的？也就是你把这个班底交给吴金贵，我告诉你，我早就肯定，我踢波肯定成绩要成绩要比崔康熙打得好，吴金贵肯定打得比崔康熙好呀，这肯定的，对吧？因为崔康熙前面都失败了，对啊。只不过他有那么好吗？他在大连其实也是失败的，都是失败的，被人骂成什么样了？在大连，这快点滚吧！你周军带着他快点滚，一起滚，所以他们都滚到申花来了。为什么？他在大连，他压不住那些人的大牌哦。他只申花最后能保级，绝对不是崔康熙的功劳，而是花了那么多钱砸下去，对不对？砸出来啊！这个换，我告诉你，就这个班底交给吴金贵，一样的，早就保级了。吴金贵也蛮冤的，这样说起来。啊，这个我们不谈，吴指导的事情我们不谈。对，这个无话可说，无可奈何。我觉得配置一定要豪华，你懂吗？无可走，有这个配置，对吧？我们哪怕留不住佩雷拉，我们也可以请吴金贵嘛，也可以嘛。但是我们不会请。啊，我觉得可以。不是，你听我讲啊，请吴金贵啊，你听我讲啊，四十二，他拿的金照啊，不是说不得嘛？不是啊，你听我讲，就像你买车一样的，合资的、国产的、进口的，其实你说。这个合资的就没它好吗？不是，就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所以卖那么贵啊。你要有层次，比如说我开个进口车，我这辆宝马，我开了一辆宝马啊，这辆宝马他妈X1小又小，要多少钱？二十万啊，现在多少钱？二十几万，二十几万。
我买辆合资的别克，宽敞的，我就跟人家讲，性能也很好。阿拉不要差了老远，对吧？就老阿拉实在话要讲，如果说吴金贵现在的这支上马队，就这个班底啊，浩克、奥斯卡这帮人，哎，崔康熙带现在申花这个班底，一样。我们做访虹口，吴金贵带回三分的可能性有多大？你们自己说。90%，也是很大的。90%，太低了。但是不会，这是我憧憬的事情呀、啊。啊、当吴金贵带着上港，再回到申干掉申花，我这是两边的生活层面啊，心里是什么滋味啊？为什么不用吴金贵、啊、要把他赶走？你们还要喊吴金贵下课吗？对不对？没有，但是说是人已经到一个层次，他总觉得我要请外教啊，知道吧？对对对，就像我不可能用国教，就像我到了这个层次，我一定要开全进口的车，其实不是一样开吗？性能不比这个差？吴金贵到上港来，估计搞个青训。总监差不多，经营总监，找搞青训，侬当不了一线队主教练，对吧？但是吴金贵这种人呢、啊，他不是连上冠军教头，嗯，他不行啊，这个他也蛮务实的，他只是务实，是是是，但是他就是只是务实啊，他没有其他优点。在带着那样一支申花队，在亚冠可以打五平一负，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务实的表现。对吧？他质量已经不错了啊，不，实际上当不错。那就是说什么呢？一盘烂菜可以炒出点风味出来啊！我跟你说，佩雷拉跟他的区别、就是，不可能更好了，不可能更好。他已经把这个球队带到极致了，带到极致了啊！其实佛罗雷斯倒是有点背锅的味道，佛罗雷斯对不对啊？佛罗雷斯像我跟你说，我们就讲吴金贵跟佩雷拉的区别。嗯，防守都可以，没问题、啊。进攻呢，那你就差了。嗯、你就不能跟佩雷拉？佩雷拉要比他好呀！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吴金贵已经喝洋墨水，跟博阿斯去比。我跟你说，我是佩雷拉，我绝对带着荣耀离开上海。嗯，我们今天这个话有点偏了啊、哦。这个我们的主教练干得好好的，被我们说的好像又是吴金贵啊，又是斯科拉里。我说教练不要谈，我们谈谈。啊，不谈教练。他如果从情商高的，嗯，绝对拿到冠军走路，一辈子我们都只会记住他。也记住的，他这次再拿个冠军、啊、他两冠我们哪怕明年没有什么成绩、我们也不会去喷这个教练。不，这个他今天的直播呢有个很非常不好的形象，嗯，就好像这个冠军已经落了台面上。假如没说肯定，三分之一三个说了35%啊，这个夺冠的概率，上港夺冠概率30%，应该是33.33%。我在前还在跟老吴老胡在讨论、我们两个一起说讨论这个事情、我说有大师提议的，就是能不能再开一个赌局，就是说上港如果夺冠的话，我请游轮啊，你不要说上港不夺冠的话，你来方向一，你来方向一，你现在不要说，那么能上港相信许不伟被拉去了，不是这个呢，其实呢，我呢觉得呢也蛮公平的啊，好，但是呢，我不能赌，啊、我这个。我不能赌，总归讲了赢的了。我哪能好去赌？我去，老干，我阿拉去赌生活，这是外头人不要紧的，对吧？伊输了赢了，他都得啥？啊，可对个。我现在去赌，我讲上港夺不了冠军，我老交关相赢。上港球迷不好讲，我操呐！总归是相赢的了。哎，这个我想拿冠军的了。大师是挖了个坑给我啊，你还好，这个坑我不会跳的啊。那妈妈你要跳啊？那我跳下去了，干哪？那暴露了啊！宝哥，宝那两个宝哥。再说个啊，刚才我上港基本上啥人跟我猜输赢，我也不猜。对呀、啊，怎么讲赢啊？因为我心想是希望赢，但是我老吓，哎、这直播讲了那样，乌鸦嘴，啊、这个大家请大家理解我啊，这个赌局是肯定我是不能赌的、嗯啊，这个挖的太大了，这个有违信仰。这么、怎么可以赌自己球队输呢？啊、这个不对，我靠输，因为球队输，所以我得利，得利怎么行的？你要靠赢得利还行、啊？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选择。不好弄高啥的，我说我希望上港赢的。对呀、啊，跟咱们农夫似的，不好弄。搿绝对啊，因为我们是上港球迷，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作为一个啊，这不能不行，对不对？这不能开玩笑。所以说 啊，今天啊，我们也差不多了啊，嗯啊，也快3个小时了，嗯，我所以我还今天蛮嗨的啊，也蛮嗨的。今天很嗨，我们是赢球了嘛，对吧？其他不谈，赢球了就要嗨、你们两个始终讲球是吧？很枯燥的。你又要最后来个彩蛋，来个彩蛋，那谈谈人的身体健康，说腰好不好，对吧？胃食欲好不好，对吧？这个很重要，对吧？哪些药比较好，对吧？保健的，广州我好的药也不能停，对吧？广州我会去的，除非有临时有什么串出来的事情，我不敢100%保证，但是我自己就是这段时间不会去国外。
啊，不会不会，我下个礼拜就去了。上海队像 C 罗 B 啊，不是刚就回来了。你那刚刚好等到二十三号去莫斯科，然后哎呦，我星期六走啊，大概十天回来。那不会有影响。那什么时候到去？什么时候来？不会有影响。我算算时间吧。我是二号的飞机嘛，十二号回来啊，二号飞机，然后我们是二十三号刚印度的风土人情，吹扯吹扯对吧？那我们刚刚给你发消息的这个也是我们五二四的，他也去的，他也去广州啊，哎哎，到时候我们一起碰头，对，一起碰头，对吧？也讨一个票子老少啊，票是个问题，专门去买呀。然后你赛前呢再接受一下采访。妈，纸张票，对呀，对，纸张票。去年你也接受电视台采访，今年再接受一下，对的，啊，有讲究的，哎，又回到了当年那个感觉啊。没，人家那个卡拉瓦那说了，我们其实已经领先四分了，这个怎么没说了？那我的期待已经下课了，我们已经领先，已经去上学习班去了，他已经没资格讲这个话了。球票不怕，到时候三个肯定有办法，三个我肯定有办法。反正就到那边，车到桥，船到桥都是位置。不行就买组队票，就买组队票。三个有办法的，你们放心，三个有办法。没那么大办法，谁知道了？到时候出了什么情况再说了，对吧？反正还是希望我们去年广州的去的啊，好运还是去，好运。当然去年不去的，今年去也更好。对对，因为我去年广州，我后来我们直播的那一次啊，通宵直播了差不多。我就说了，开心啊！这个人生一辈子啊，难得遇上这种事情，那真的是很嗨呀！我告诉你，开心死了。对啊，你要这么算，你要算算啊，我们这个我来给大家算这本账啊，就说如果说输了也没什么，没什么，对不对？你可能会有点失落。但是如果万一赢了，我操，这个还爆了，因为本来已经对这个联赛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来落后六分啊，兄弟们，我们是落后六分。我们去年的直播，我记得是在广州大马路上直播的，一边走一边嗨啊，一边走一边嗨了，就整个的啊，全嗨爆了，已经嗨爆了。哎呦，5-4啊，这场比赛了，这真的是还走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看两边有什么店开着，不是我们还。一路去那个吃饭的地方，哎，别唱歌，来不及要直播，哎，绑着广州酒，那个时候广州比较紧，好多店晚上都关掉了，是吧？大概三两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没有的，两个人，我们一帮了，一帮，我们十几个啊，想找个地方来，很多女球迷还有，古晋，阿拉都去吃饭，阿拉就去，应该吃，吃，古晋吃，吃，你说我吃啊，在我们那个。战团的那个远征群里已经在啊，我们现在已经刚刚我看一下已经四十几个四十六个人了，46人啊，要准备去广州的，广州并发广州，哎，吃的东西又好，对吧？啊，吃完啊也香，不香没？不香，这个有劲啊！现在东莞没了，侬也不要去啊！现在到东莞去啊！侬那个香了干我出多？这么多了，这么多了，好了，来了，刚才是在我家的场，贵阳老乡，可能阿拉也是不接受有阿拉妹妹的，好吧？哎，没听到。就差不多了，好吧？啊，辰光蛮，明早上班。真的这样。啊，阿拉直播就结束，结果去阿拉自家私聊。后面呢，有将近一个月的休赛期，对吧？啊，休生。还有一场国足的比赛。反正大家呢，就反正放松啊。我们想办法把腰养好。我们是这个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开直播。对对对，如果有重大的事情发生，对对对对，我们临时开个直播。反正就这样吧，反正而且你也要去那莫斯科，也没空跟我们直播。啊，不一定，我或许莫斯科我开个直播啊。如果我有幸啊，这个。有机会啊，去那些莫斯科老公喜欢去的这些地方，对，我开的啊，我在现场给开一下，开一下，这个我们要好吧，这可以的，哎，这可以的。莫斯科有什么特产？咦，毛妹啊，不是我带点吃回来给我们尝尝，对吧？俄罗斯有什么那个什么伏特加，不，他的伏特加现在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很高的度数啊，因为莫斯科也是每个人伏特加肯定带两瓶回来的。这个莫斯科都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的，跟美国一样的啊，有喝醉酒容易犯错出事。啊，莫斯科也是可以。苏联很怪的，苏联不能有小枪，好吧，只能有大枪。好了，
我们是私聊，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好好好，好的，好吧。下一次直播再跟大家聊，争取在广州。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大强州见啊！跟他那在那个那个二姐也给大家打个招呼，二姐也去广州。比如说你要说有机会的话也一起去。马来西亚一看就马来西亚。那我们一起啊，广州见。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拜拜。好，晚安晚安，good night good night 啊！大家做个好梦啊！今天晚上做个好梦。